啊、各位童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总理府徐歌林徐委员哈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第一章，嗯，这个初级班的都看过哈、哦，它是一幅画。那我们这是闭幕式，但是哈、哦，对于你们淘气盖来上高级班的。 可能压力很大、欸，那些短短短短两天哦、喔，遐侪物件放一头的，我想想无，你们可以接受得了吗？<laughs> 可以哟、喔，哎呦，啊，不会吃力吗？桂林景我是很吃力的，我在前面很很早期的班哎、啊，这幅画是高更画的啊，在一八九七年画了一幅画，啊，第一次来上我的课哈、啊，我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在讲透过画来告诉你们很多事情。 高更哈、哦，高更在在他他是画家，大家都知道吧知道吧哈哦，然后他在一八九七那时候哈、哦，高更一辈子哦坎坎坷坷,坷啦。跟伯兄喝了几句，但是有一次他卖画卖的不错，很多钱，所以他整个人都搬去大溪地，而且在那边过那种快乐的日子，每天就吃饭睡觉，还有美女相伴，好像过在天堂般的生活啊，就欢喜啊给，照理说哈、啊，人在这种状态应该是最满足、啊 没有什么需求嘛，对吧、啊？可是他这时候画了一幅画，很有名的，就这现在这幅画，他讲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哎，他那说居然在人生应该是说最好的状态底下，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哦，我是,我在在我是谁？我今晚在做人？我是想我会对下去，我会对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哦。台湾人盖也懵这个问题。 哎，我是谁？我将来要创啥？我每只讲为了生存，过生存啊，为了要创啥？我要去多亚去，我要对多亚去，我以后未来是不创啥？这个问题没有问哦、喔。你跟他过日子那样嘞？习惯人就讲资源回收人。什么叫资源回收？这是我定义的名词哦，这是在我演讲里面定义的名词。什么叫资源？过去哦、喔，部落跟部落打仗，打完仗的时候要做什么？以前哦、喔。 部落就是好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嘛，有土地，有水资源啊過啊寶寶，啊，底下贵一啊，别的部落底下保卫那个给规定，对吧啊，那有些的三部落时就为着水啦，或者这些资源来打仗嘛，对不对？通常把一个族把另外一个族打败了之后要做什么？中兵嘛，全部杀光了。以前呢、啊，我经常讲古仔是用中中台的啦，啊，先做为中台。啊，为什么？怕他以后会报仇嘛。 这个妈妈带着小孩子出去，你知道以色列现在这边的国家就是以前发生这事。你知道，以前亚伯拉罕有一个孩子啊，有个有一个太太，不不是太太，她是夏女，跟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夏甲黑 a 啊，他就是他亚伯拉罕一直没有生孩子，圣经上有一个叫亚伯拉罕，一直生不出囝，所以因波尔讲，阿伯你贵己个夏女生一个啊，那就至少传宗接代嘛。啊，真正跟夏女生一个，啊夏女生生到你那里要就开始摇摆嘛。 就开始跟本来也两，迄、那、上、個、大迄个在抢啊，啊、那個，迄大动袂调啊，讲一定要走，要把赶走，啊，要不然也受不了，说好好好，你走你走，给他一袋水，几一点食物，给几缸，你可以走啊。下架，看这这是以色列故事，告他，迄、那個、故事告今下呢，到今天中东还是打仗呢，其实他们都是兄弟呢，互相拍来拍去，那个故事几千年来一直在打到今天呢。 所以以前那个部落跟部落打仗哦，其他全部杀光了。那后来发觉全部杀光不对啊，这土地变大了哦、喔，有点麻烦。土地啊，我还是要出去派人出去种啊，哪够啊？所以呢，啊就把那些较巧的、较咬的、靠武来的、杂波的弄材料，剩下老弱妇给你留下来干嘛？继续种田啊，种菜啊。时间到了，收粮啊，抽税啊，对不对？啊，这种人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资源回收人。 他本来是要被当做笨手笨掉，被气质的 discard 铁都等来在使用，这叫资源回收人。他资源回收人，他的脑袋他不会想太多的东西哦，他每天就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哦，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押韵哦，啊，记得这个这个押韵哦，这个可以套在很多国家身上，比如说 Gabia 不是国家，一个地方叫香港，对不对？香港人每天就只会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 资源回收人，我基本上下一张给大家看，就是没有头的身体，就是他没有效忠对象，他只有一个身体啊。每天人的功能他都有，哦，狼的功能，基本功能都有，他就就是没有效忠对象，每天就过日子，就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香港是资源回收城市，因为以前被割掉嘛，啊，租割让嘛，啊，租租售九十九年给英国嘛，啊，英国总督就来派过来，就给你一个系统，你开始 run。 啊，探照灯是用在内底过日子。啊，就起了时间到收都登去啊，我都中国收。啊，中国收这等人就来了。哎、欸，照你讲，这是收都登去哦。你香港人不都中国人嘛？对吧？啊，你当中国人一开始哦，邓小平说“五兆跳，马兆跑”。讲啊，恁继续让，继续让，时间搞抽水改跳都登了爱好华。一开始这样的啊，香港人好好高兴哦，五十年不用改哦。 可是现在哈、喔，中国说，那我什么一国两制，一个人怎么会有两种个性？那、啊、不就是精神分裂？一国一制，看他一国两制是為，以为为着骗台湾人嘛，对吧？啊，现在台湾不是也搞清楚了，绝对不，他拿不走了，所以他说啊，那那就归去，香港就一国一制啊。当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啊，那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就奇怪，对吧？所以一国一制要的要求，香港人都要讲效忠领袖啊，唱人民解放军的歌啊，结果香港人。 不愿意嘞，进两楼去战中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群人都没有脑袋的，这群人没有脑袋，结果来派来一个特首是有脑袋。什么叫有脑袋？他效忠中国北京政权嘛，对吧？啊，你这群人都是没有脑袋的啊。他、啊、看到这个人，你就问他说：，哎、欸，你们在抗议什么？我们要自己选特首啊。现在这个特首不满意吗？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有头，我们没有头，听得懂吗？ 哦，去顶香港人都，也没那么多头啊！况且，我觉得我头有效忠的一个东北屌啊，怎么可以给他管，对不对？其实没有头的人就是无头无脑，他做事情也无头无脑。来，下一张，我讲的更仔细哈、哦。哎，贵去哈、哦，哎，讲，直接讲下一张好了，再讲一下下一张 OK 哈、哦，我给人分类了哈、哦，分类哦，人有三种哈、哦，一种是有头，一个没有头的，还有一个什么像动物一样。 啊，我要慢慢分哦，哦，啊，比较上面属于他 care 的，他关心的事情，他行为的主宰者，就是控制这个人的行为是根据什么？哦，越下面的人，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是下面是属肉体的，这是属精神的，这是属于灵魂的。啊，肉体的话哦，就跟人生存的本能有关的，哦，他家、他亲啊，他的 nature instinct 或 impulse，他的那个冲冲动有关。比如说他看到。 打破碎了哦，冲动来了，他、啊、就根据他的冲动行为，哎呦，哎、欸，像动物的话哦，八刀腰，眼露凶光，啊，给他企鹅爸，他、啊、就顺服了，对不对？你起动物对付动物就这样子嘛。你你不要以为说人，人明明是狼吼、哦，可他主宰他行为是像动物一样哦。所以中文有几句讲衣冠禽兽，对吧？青蛇中来的是珍惜嘛。 禽兽，像什么？像这次有开飞机啊，有飞机可以坐啊，穿的西装，住低保的那个人呢、啊？他的行为是不是跟动物一样？害别人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嘛？他不管其他人嘛？对不？宁可让其他人去找他的狼，猴狼戏，哎，不是马上的哈，是短顾，你没有给他时间，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哈？得癌症拿、啊、怎么会招到你这个人？不会，关歹代级做一出来，表示他的内心里面就像动物一样嘛？ 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好。对吧？要不蔡瑞基误会我嘛哈？像动物一样的，那这种这种就比较接近动物本能比如说哦，到高雄，青少年啊，铁刀啊，坐乌托拜，规店咧格狼拨。啊，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哦我们在呢，就冲动，就爽啊！什么叫爽？就是根据人的 nature 嘛，就是很动物性的那个部分，按照他去行事为人的人，就像动物一样，对，快了 啊，稍微好一点哦，凯西，比较像人。你不要这个没有头的人，没有效率哦。我跟你讲，像日本啊，像香港都是很有效率的城市。啊，这等人，这种人哦，他们很 care 是社会秩序，所以他是以什么？以遵守法律规范的程度来划分，他是这种人哦。但他没有效忠的对象，唯一差别就是没有效忠。这下面的话是以驯服的程度来划分，多接近动物啊，比较不接近动物哦。 那还有一个条件来划分哦，这个是很 physical 的，很肉体性的。然后再来 subjective 就是主观，你会发现立功郎主叔，OK 吗？以自己为中心思考，就是比较接近下面的人，对不对？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其他人不一律不管，对吧？那个接近往下走嘛，它比动物性还好一点，它比较自私。但是在上去就比较 objective 比较客观的，越上面越客观，越下面越主观。 在中间的所谓的这个资源回收人这一区也分为上中下，越下面越自私，一被坐下睡在一起，而不被他把牢的，哦，他只要不违法，他就他就继续做他的事情，哈，他就越面到最上面的话就 absolute，他追求的是绝对的价值，哦，什么是绝对的价值？比如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让金马民进入来来讲真理。 那这是属于这个方方面的啊，那至于对错，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喔。我今天不是讨论这个哈、喔，先有这几个概，待会我再跟你讲。哎，基本上我这堂课以前叫做艺术史节嘛，民政府的课明明在讲法理，为什么要讲艺术呢？为什么会讲到艺术？这有趣哦、喔，为什么要开艺术课？耶稣啊，耶，在在座各位认不认识艺术？ 我跟你讲哈，在这边哈，在这一群人里面哈，他跟这一群人，比比如说我我公动物这这一群人来讲啊，伊熊爱讲一句话，哎，去画画做什么？这也不会做做饭来吃，有没有听过？这款物件不会，他做饭来吃，啊，差别别种啊，别做别不种他就是以吃的东西来 evaluate，来判断事情的价值嘛。呵呵 对不对？动物才是说，哎、欸，这里的话都加我，我倒觉得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吃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他看这一辈这种讲，都做本来他家啊，就是这个，就下面最下的这种像动物一样的人嘛，他评估事情是可不可以吃，来做评估的标准嘛，对吧？那还有什么？哎，当好哥雄起灾啊，对吧？嘿，比吃还这更糟糕、哦，好哥是低劣级物件，对吧？哎，当好哥雄起灾，有冇听过人家讲的？就多人安尼讲。 不，啊，讲下这边啊，让好哥兄弟知哈，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哈是属于中间，是属于这个层次，这个层次的。哎、欸，对这种人来讲，哦，艺术根本就不要讲了，他根本不能吃的嘛，他怎么会讲艺术？所以他看艺术在看笑话啊，你你都有几人一起笑一下。啊，几杠别笑艺术，他看不懂了，因为他属于这个层次。 稍微高一点的，就是属于没有头的，但是他也想看艺术哦。可是他这种这种阶级的人很注重什么 p r m a t i r e a s o n 实际实用主义。他的时间比动物拉长一点，啊，动物很短，就是看到吼，对不？啊，中间这一段的人没有头，但是他比较有效率的社会，他会等。哦，他会他的 time 那个那个 sequence 会长一点，他的反应时间稍微拉长。他反应时间根据什么拉长的？我讲的就深了哈、哦。 他是按照媒体，比如说红就秋案子一个月就一个月。人家说，自愿回收人没有投，可是他有记忆力哦，他记忆力多长，媒体多长他就多长。红中秋一个月就一个月，说话机一个月一个月，收水油一个月就是一个月，黄色小鱼一个月。为什么？因为媒体在报啊，报的时候他就 care 啊，啊他不报这件事情就忘记了。所以没有投的人，他的投 get 到真给他整叫做媒体，媒体叫他去占。 去上街抗议，他就看去，看黄色脚下，他就去，就要买什么品牌的东西，他就去买，对不对？说林凤仪牛奶好喝，他就去喝。哎，好喝是过去啊，现在说他不好喝是要退货，也是他讲啊。从头到尾都是媒体在在叫你做事情，干不你有去对白对吧？啊,啊，他就是他的主宰者，他的主宰者就这个头嘛。啊，这个头是媒体嘛？啊，所以那个政治荣誉就大家想着抢这个媒体，就是你可以掌控这群人做事情。你怎样哈？ 但是最高级这个东西哈、哦，哎，即使这个应用在是哪哪个 area 哪一个区域都是一样啊。最高级就是属于他们是具有真理善这个东西。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群人可能很穷啊，下面动物可能很有钱，有钱有钱到有飞机坐，有地堡住哦。可是上面可能穷到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是有头像个人的人哦。比如说那些传教士，过什么好日子？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对不对？啊，还从美国跑到。 台湾什么乐山疗养院疗疗养院每天跟麻风病人给他擦药，这样过他一辈子，他愿意？为什么？因为他有效忠的组织嘛，他的上帝叫他来这边帮助人嘛，所以他的 satisfy 他或主宰他行为是另外一个 higher standard，不是一般烂狼诶的标准，所以他可以 regard 完全不是无视于这个去执行一些事情，比如说孩 S，我现在是讲好的哦，坏的也有啊，比如说。 回教国，回教国这群人，对不对？你就要去死。他很高兴了，啪！一群人就拿着枪就去杀了。他们有效忠对象，过去中国也是啊，全部的中国人都有效忠对象、啊，效忠中国党中央，对不对？啊，现在是有头的人跑进管这一群没有头的香港嘛？这些人以前不太了解这个没有头的人是怎么想的。香港人会抗议，对不对？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了，抗议就给他抗议，你不理他，他久了也不能做什么事情，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头，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啊，没有这种没有头的人，怎么样来说他的抗议是很好？他用什么形容词说？哦，我们抗议吼、喔，抗议完地上都是干干净净的。这什么是重点呢？抗议我们都是井然有序的抗议，我们里面的效率多好，他自己分工合作做完所有事情。哎，这这这话是不是听得很顺？是不是前一阵子在台湾也发生了，对不对？去抗议啊，去站啊，年轻人啊。 电视上给人家的诉求就是哦，我们很有效率，我们很有组织，我们有动员力，这怎么是重点呢？你抗议一定有一个目，有一个方向，你到底要什么嘛？讲清楚嘛，说明白嘛，这才是有头的人做事情嘛。有头的人才会讲话，to the point，到位到点。啊，你这个搞不定状况的人，只是来抗议，问他为什么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很有效率的抗议啊，抗议什么不知道啊，对，讲不出所以然来嘛。 但是你你们今天来到这边是让你们变成有头的人哦、喔。本来我们都是没有头的人，现在头装上去了。什么头？我就要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上过我台湾史，所以不知道。我们这个头有两个，一个是从我们是谁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这样的角度来看。下一张。哦，我刚才讲了，因为我突然哈、喔，你们年轻人蛮多的哈，你们知道 Maroon Five 那个流行歌曲吗？ 哦，最近不是有一个 Animal 那条歌吗？你看，你看马上就知道哈、哦。你看，越是谐音动物，他们喜欢的歌曲、流行歌曲哈、哦，连它歌词的内容你都可以看出来像动物。为什么？像这个，这毛绒派最近叫魔力红是吧？最近很很流有行的对。Baby, I'm prey on you tonight. Prey 就是掠夺，我对你强烈的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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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like. Maybe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ide. I can smell your scent from miles，从几公里以外，我可以闻到你的身体的味道，我就过来把你吃掉。哎、欸，这个是流行歌哎，流行歌是，你知道流行歌要你喜欢它，它才会成为流行，对不对？如果一群人喜欢它，表示一群都是动物嘛。啊，动物听到动物的声音，哇，就很兴奋，就还什么？我不再讲这个。但是年轻人 up to 这种事情一定有道理嘛，要么就是歌词写的很。 到位就是适合他们的口、口鼻嘛，啊，所以尽快国，好好好，不讲太多这个。来下一个，以后有空哦、喔，我会专门有一堂课就讲流行文化，很有趣哦。哦，这是像自然界动物形式，像部落哈、喔，啊，自然有一种，他们很有效率哦、喔，整整齐齐排排好哦，哦，有组织有效率，只是没有效忠的对象。来下一张，哦，再下一张，哎，上一张拍这样？你们要来哈、喔，是要做到这个哦、喔，这个位置哦、喔。 高级班，你们以后就是统治者了，所以你换位置一定要换什么脑袋？你不可以再像没有头的人这样无头无脑做事情了。哦，你们你们已经到统治阶级，你要有效忠对象，你知道？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你在做什么？头脑要清楚。为什么要上艺术史的课？难就难在这边，艺术史给最上面的人学的。中下阶级他不了解艺术是干嘛，是呢？可以拿来吃吗？ 还是可以拿来换钱，所以艺术对他们讲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换钱的话，所以这些人来玩艺术是什么？当做操作股票、操作有没有听到说？哦，这买来可以增值，有没有？因为他不会欣赏艺术啊，他不是按照这个艺术品本身真正的价值，他要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读 reading 这个东西，以他所了解的语言，他的了解的语言就是他可,不可以增值。哦，OK，这是比较复杂。来下一个，好，我们就回到这个了。 因为你们第一次上台湾时，我马上跳。我讲你,你是谁？挖起嘴。我刚才第一张图，我是谁？啊，你们现在知道了吗？上了这几堂课，我们是谁？台湾人还要你讲，对不对？还要你讲，我是男人需要你讲吗？今天你你之所以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哈、哦，民政府不会出事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是台湾人呢，你是台湾人他一样叫你去当兵呢。那是因为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被占领地的人民才有这个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受到国际法、国际公法、战争法的保护。你才有所有的权利。你光讲台湾人没有用的啦。谁谁是你的头？谁保护你？谁造你？公告判定掉的谁造你？没有诶、欸，台湾人如果还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哈，那但是我没有关系。我这连过去的台湾人，你会这样讲没有错，因为过去我们被 deny，我们被否定我们真正的身份，以至于连台湾人这个 identity 都抓不到。 所以这对我们已经很宝贵，我们两个都要抓到。第一个，你是谁？我们来讲这个，这是 M174，OK，、okay、这个叫那些国家地理杂志哈，最近做的 project，一个叫 Dr. Spencer，他做了一个 project 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就是人类迁徙图。你知道我们在传传代、传宗接代的时候你的染色体会复制，复制的过程当中会有误差，误差叫做突变。 图片的话，它就好像一个记号一样，所有从你这边生出去的小孩子身上都带着这个记号，你就可以说啊，我是谁生的？啊内哉啊，哈，这样一代一代一代到今天为止，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有趣哈、哦，没有说到处有人跑出来的，不是一下什么北京都都不对了，所有全现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只有来自一个源头，根据他的 DNA 哦，这叫科学证据哦。 这第一集的我阿都用文化啦或语言的角度来攻立主义哦。来，就在这里，你看所有的箭头，你们看箭头最后拉到最后是从中里来？啊，所有的人类现在散布在全世界，它都有个箭头嘛。啊，箭头你都往箭头的头看嘛。啊，最后拉到哪里？你你们那边看不到的，最后回到哪里？非洲啊，所有让 a 那 g 的人类都从非洲来，在六万年前。 在非洲的一对男女生出来的后代，变成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有没有惊讶？很吓到哈、哦、啊！但是哈、哦，伟然工啊，徐老师你說的工 A 有点空泛。我哇，台湾狼队都要来哦，你就要知道啊。这边有一个哈，我给一个数字 M E G 四，你们上网都可以查啊，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哈。哦、M E G 四这是科学证据，也无法否定，也没办法推翻啊。你要要不然就提出新的施政，把推翻，要不然截至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有关于人类。 怎么来的？最有力的证据在这里。好，那他做了七十万个 sampling 样本抽样哈、哦，那已经做过科学研究的七十万样本，空间很大，足以涵盖所有人类哈、哦。啊，人类咱，咱咱台湾人对待呢？M174 对家子讲，给他南亚文，非洲南部，走到印度南部，走到马来半岛，啊，这样，哎，这走到这边已经四万年了。七百年前咱哪个台湾？之后我们到哪里？到日本，日本哦。 过来给的，给朝鲜半岛北部，在最后几个所有的中原地区，所有的中原地区五国接壤，外公对家来，唯物中亚来，有的从欧洲来，有的从蒙古下来，有的从南部上去，杂鬼进狼叠黑，所以告诉我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嘛？大杂种嘛？他差不多两万年前、三万年前到这边，很多种人聚在那边一起，活在那个地方，不就是杂种嘛？ 久了就变杂种了，可是相对我们很纯哦。我们在这边是四万年间到台湾，所以那时候韩国人说我们是中国人祖先，嚯，中国人气得要死。哎，抱歉哦、喔，科学证据叫你的确是他的祖先啊，韩国人是他祖先啊，可是日本又是韩国人祖先，啊，我们台湾人又是日本人的祖先，那我们的又我们的祖先又从马来半岛这边过来，安利在哈，那最后我们从非洲过来，四万年前、三万年前、两万年前。 很清楚了吧？所以台湾人哪去拜中国人做孽，做些台湾人就不会做了嘛？是不是？你如果你不要以为说我讲台语我就变台湾人哦，我讲 K 语我就变 K 人，结果都唔是。你的血液告诉你，你根本就是 M 一七四后代嘛。高沙族跟卑波族的后代嘛，在这个土地上生生长了四万年，以前的航海技术没那么好，没办法离开这个岛的啦。我们在这个岛上生存了四万年，直到最近几百年那些人才来的。 以掠夺者的身份来下一张。所以，Doctor Spencer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他说：“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written in our DNA。”最伟大的历史故事其实记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这样很清楚吧？这骗不了人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时间点，这个是时间表。六万年、五万、四万、三万，来，六万年前这边出去，我们在这边四万年前，进到中国都已经两万、三万年前。下一张，来。 我现在今天哈、喔，这应该是台湾史的课，我只是给你们做一个 background knowledge。下一张，哎，我那个凤梨那个怎么不见了？哎，等一下，我等那个图出来哈、喔。因为是高级班哦、喔，我就不会再 compromise。你们直接跳来上课，我就是直接直接讲我的课。他要重新开 PowerPoint 哈、喔。啊，你们现在有没有清楚了？就是你自己是谁？哦，这是一个，你搞清楚自己是谁。M174 的后代。那现在？ 强强被、雄雄给用消灭掉了，为什么？因为我被人家占领之后，人家改变你的语言，改变你的习惯。中国透过姓氏、宗教、语言进来统治你，以至于你搞不清楚。所以台湾人去拜拜中国人，西周线你都不会做。他把四万年来的祖先都不要了，只要这个两百多年的祖先，寻根立起堆下来。你以为讲他的话就变成那种人？现在知道了吗？哦，来。 我们直接讲，那个是台湾十日的课。今天我们讲艺术史介绍哈、哦，来，请问大家看到这是什么？我讲很快哦，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讲很快，可能要花点时间。来，红来嘛哈、哦？错啊，这里面不是有凤梨啊，还有什么？<laughs> 还有海水啊？就就图片的大小空那个占的空间来讲，海水比较大嘛，天空也更大啊。啊你俩赶快看红来。 是不是？是不是很有趣？我在看画的时候，啊、哦，我我是画画老师，我有一堂课叫跳跃性思考。跳跃性思考的是，我我给你一个物件 object，然后你根据这个跳成想象成另外一个，然后第三个再根据第二个再再变化一次。归你景哈，我一个小孩子，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龄前，画的太好，天才画的。你看下一张，我敢说你们没办法解读。这里面有几个凤梨？我给你三十秒，你们赶快看，快点调归来，赶快看。 你们这大人哦、喔，这是学龄前，还没上幼稚园的、喔，来看看，大概看大概有几颗，我要问问题咯。翁来呀，我叫画凤梨，我题目是凤梨嘛、啊，他这里面看到几颗凤梨？你们先不要讲，我待会,兒會问，因为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laughs>。好，时间到，认为只有一颗举手，好，行吧，认为两颗的举手，哎，不错，认为三颗的举手。 哦，oh, 有人看到三个，有个人四颗，有没有四颗以上的？没有，没有四颗以上。有、哎，有没有好、啊，有几颗？八颗哦，很好。<laughs> 我跟你讲哈、喔，这么多凤梨里面最，你们觉得？我相信大家同意有一颗是最像凤梨，对不对？哪一个？这一颗嘛，对不对？哎，学龄前这样算画的不错哦、喔。然后我因为是跳跃性思考，他第二颗在哪里？ 子没有博亚金，他中间画了一格在这里，他把它想成太阳，有没有意思？凤梨把它想成太阳，联想啊，他联想跳一些这个。啊，你怎么怎么把凤梨看成太阳？要怎么看？你告诉我。不切我的东，我凤梨鬼了呵呵，哎，你可看。哎，从上面看不对，那个常常是在这边，你要从从底部看，中间才围起来嘛。啊，常常在雾法看照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要从 button up，从下面往上看才会看到这一张图，对不对？ 啊，你讲的从上往下是看到这一张图，因为它在上面嘛，常常叠加嘛，on 来，阿你也要看喂，你看，所以你的过去的思考对东西的是物件有一个特定的想法，哦，有时候要这样看，有时候这样看，哎，你不是只有这样看我吧？我这样也可以吧？这样照也可以，不是都是大头贴啊？哦，阿你买鞋晒啊,啊，但是问题，这个变太阳，啊，这个变什么？啊，为什么你知道是时钟？ 啊，数字，好好好，啊，数字，我们来看，一二三，啊，下个多多少？其他多少？二十七啊，洗斤洗几斤？七点斤啊？他学零钱嘛，我们接受他嘛？可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哦、喔，一天为什么是二十四小时？为什么不是三十小时？为什么不是十小时？一小时为什么是六十分钟？有没有想过？啊，一分钟为什么六十秒？有没有想过？我敢说你们都没有去想过了。一百秒不是比较好算吗？ 啊，照以前不对，你要讲个道理啊，怎么产生的啊？哎，你先不用回答，这个很难得 <laughs>，只要念天文物理的人才知道哈、喔。然后时间为什么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走？哎，时间为什么是按照节奏在走？为什么不能忽快忽慢？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嘛？这是大灾问呢、欸，这物理学的大灾问呢、欸，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呢、欸。那个手机尽快把它结束掉哈、喔，谢谢。啊，画完了时钟以后，下一步他画什么？ 下一个是哪一个？还没有呢、欸，还是这一个呢、欸？他只是多加一个东西，就变成另外一个。我厉害不？这是天才。我跟你讲，这个小孩子到后来啊，我待会兒再讲这个小孩子故事。他就加一个叉子，他就变披萨了、欸，厉不厉害？像不像？加一个叉子就变披萨了，变成可以吃的东西。厉害，是天才。我改叫你仅匠天才。然后画完这个以后，他又画下一个。这时候他跟老师借了一把尺。 老师，我要尺。我说，诶，你画凤梨为什么要用到尺？球啦，你会球？哎、欸，我多想到我一个，online 呢，那那地教我几条双工，底个都要用球来维。但是我这个老师很特别，我说好，给你。他就拿去，画完了，几分钟画完，画了这个。没有剥皮，我刚才讲都不剥嘛，龟裂嘛。但是他是用别的方法去思考，就是说，那怎么想？我那时候想说，哦，原来是对家变做安尼，还是把。 转动，然后滚出来一条轨迹嘛，对不对？零一二三四啊，那都啊一片片叶子在上面，OK 吧？啊，辉，怎么？我这样解读，其他老师跟徐老师你想太多了，你不要再用大人的思想套在小孩身上，好不好？这样就想太多。我说没有啊，你看下一张图，那个画什么？丁管围起在下，上面画这个是什么图？车子嘛，对不对？啊，车子下面是什么？不是啊，是这个啦，这样、啊、有一个轨轨迹嘛，你得连那个。 练给给料几的 track 嘛，哦，就好像这个如果这是轮胎滚过去，就有一个轨迹，他是因为这个才去画这个东西的哦，厉害不？后来也证实这个小孩真的是厉害，<laughs> 为什么？他后来念师大数学系，后来出国，现在,在念博士后研究数学。博士后研究就是有博士之后再去研究哦，哦，所以他当时国幼稚园的时候就是这样画画。我请问你哦，这款图上给国小老师那边会怎么样？嚯！ 打枪，何止打枪，罚站呐、啊，什么什么臭话都骂出来。更糟糕些，我跟他父母已经讲说，跟上出国，不要留在台湾，留在台湾你就完蛋。他爸妈不相信哎，真的把他送到台湾。过了一年之后，他回来画我的凤梨，真的就很像凤梨的黑凤梨，没有想象力了，死掉了。好好的小孩子各种糟蹋一样。你们知道吗？天才到我们的学校系统里面是变成蠢才，不仅蠢才，还被 despise。 被咒骂的对象，你一来闹一下，你还选科，你一起来闹一下。老师叫你伟荣来，你搞伟作这些物件，是不是？还不及格，还被罚站，各种各种糟蹋起来的。哎，我们的教育 suppose 是帮助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嘛？怎么是把压抑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发挥不出来，变成像它里面的罐头呢？啊，如果这个老师如果聪明也就罢了，像我有没有？不是像我这样，聪明也就罢了、啊。他如果来攻，哎，老师你怎么给我嘎嘎？ 胸遮盖感官工，这是限制我们的教育啊！我们小时子就这样长大的呢，因为你们是奴隶嘛，你没有什么选择，他不要你想太多嘛，所以他不会教艺术，艺术课就拿数学课、物理课，要不然教你照规矩做事情嘛。下一张，这个是什么？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以前在美国东岸一个长春人学校念书的时候啊、喔，那那时候我们去中了的时候都有那个。 叫做 art critics，就是艺评啦，会坐在台下。那我们上面就把我们作品拿出来，告诉人家，哎，是老师哦、喔，我得逼老师哈、喔。那我就站在台上，把我的画给台下，然他们都全世界来，很有名的艺评家。啊，照理说我就要跟人家解释我为什么画这些画。其中有个日本老师突然站起来，你不要去过澳洲哈、喔？你没有去过欧洲哈、喔？我那时候就愣住了。 哦，奇怪，我们刚才不是在讲我的艺术作品，怎么突然提到说我们没有去欧洲？因为觉得很奇怪？日本人，他叫 Hitoshi Nagata，我跟你讲那个名字，中里很我的一个 mentor，很很好的老师。哦，那时候搞不清楚。可是，在那个学校啊、喔，没有去过欧洲是蛮丢脸，因为那时候名校嘛，大家都有去过欧洲。啊，赶快我有台湾男，我紧张不要去、啊。我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讲，妈妈说：“啊，不，这些暑假搞快去欧洲啊！”我那个暑假就回来台湾，赶快妈妈就办了一个旅行团，就去欧洲，赶快去看补课。然后我就。 去之前我就想说啊，如果要去，不要跟那个采购团，对不对？去了，然后去去别门见说，然后看不到风景嘛，我就挑。哎，台南有一个国小退休老师要出一个团，哎，加的那个最好，至少嘛师师大毕业嘛，啊，不是师专教教育系嘛，要大规系啦。退休应该很厉害啊，跟他们去应该不错。好，我就跟那一团，就来下一站。第一站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哪里？你们知不知道？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对，意大利是一个国家。 啊，罗马是城市，城市里面国中之国叫梵蒂冈。梵蒂冈的什么东西？圣彼得大教堂 （St. Peter's Church） 啊，圣彼得大教堂就后面这个，它盖的时间是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十六到十七一百二十年盖好的。那个时候没有钢骨结构哦，我跟你讲，那时候全部都石头这样跳。起来，厉害吧？吓死你！我跟你讲，来下一张看得更清楚，这里面上面十二个使徒的雕像，每一个雕像三层楼以上高，你看看，拿来这边比就好。这个雕像跟它一样高。 然后你看旁边的人这么高，看得看得出来吧？你在讲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教堂是这样盖的，吓不吓？有没有很可怕？整个都是用用那个力去拱起来的哦，盖到这样的。你你看里面，我给你看那一桩，来往里面走，下一张，这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的照片。来下一张，很漂亮，内装，里面没有什么电线的，那时候没有电线嘛，所以都用自然光打进来。 来下一张，哦，往上看多漂亮，哦，很漂亮哦，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应该很赞叹。桃改对台湾照改遐唔看一美国嘛看到一阵吓一跳，你就突然起了敬畏之心嘛，对不对？好伟大哦！这也是他当初做这个教堂的目的，就是让人起敬畏之心，去敬拜这个创造者。就像那教堂就是让你去注意天是什么嘛，创造者是谁嘛，哦。 这一张啊，看且这照理说，你正常人反应应该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可是这时候后面来一一一一几几几位海蛙鬼人同会昏倒，伊讲啥呀？有节老师啊，台湾来一点，啊这也不行啊，跟台湾人比有共款，较大岁呢啊。哦，我听到这个鬼无拉气啊，我说完蛋了，跟这样的老师来，啊看到就安门惊这种反应，接下去我的旅，我的我的旅程要怎么过？没有错，他在奥赛美术馆。 我们到奥赛美术馆的时候，我进美术馆我就看画嘛，这自己老师不见了，我说去、欸、不转，我没有时间管他，我继续看，看了两个小时以后，我走到那个卖礼物的地方，啊，全部在那边喝咖啡。我讲徐老师，你看陈雅姑在创啥？啊，你人家饮咖啡、吹冷气啊，真好啊。我讲创啥？我在看画啊。哎呀，功、啊、夫要创啥？哎、欸，你要你要看图，那册、個、店拢有啊，他们都有那个原文书都有解释啊，啊，看还多啊，啊，底下饮咖啡啊。 我说我来就是要看原作啊，我怎么看复制品？没中奖？你你知道吗？诶，现在的小孩子都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网络的那美女啊，我们宅男都被那个吸引的，就是眼睛画很黑很大圈圈啊，然后用网络从上面往下拍啊，阿里用蝶消黑啊，说谁是第一名啊？可是,是那真实的女生你吓一跳诶、哎，哦，老皮注意哦，哎怕卡青哦，每天要洗澡，要不然会臭的哦。 对，上次我还会错。真实世界的人他没办法接受，他接受虚拟世界的东西。过给他让我 game 给他骗多汗逛到真的法理出现的时候，我们傻掉了，是不是这样子？们宅还没他欢迎啊，真的。所以这些宅男都很难结婚啊，因为他都是在虚拟世界里嘛。这个女生是会跟你吵架，会牙膏车哦，鬼西你干的啊？很辛苦的过一辈子哦，而且会变老哦。 啊，这种的美你看得到吗？这样的美你看得到吗？对不对？看不到吗？因为我们是在虚幻世界长大嘛，看到真实世界，我们不能接受。我现在讲的是在讲艺术哦。来，下一张啊，我是老师，我、哦、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到底怎么办？这些人做什么动作让我这么 upset？我跟你讲，那个字叫糟蹋。什么叫糟蹋？就是把这么高级的东西放在这么低的地方给你踩，叫糟蹋。本来 suppose 这么高级的东西放在这么低，英文叫 trivialize。 微不足多少，微不足道化、琐碎化，让它不重要，就这样，把高级的东西放低。为什么会放到低？因为它就是这个层次嘛。伊那不该，看能给无都消化这个物件嘛，看无嘛，知道吗？那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一个概念哦、喔。我要接下去要讲一个叫下一个字，来下一张 c a p a c i t y 他们没有这个能耐。比如说，桌上摆满了嘛，一大堆菜。 但是你不再掉价，你的胃肝它那这么大而已，吃不下去嘛、啊？那怎么让你吃下去？Capacity 叫能耐，怎么让你吃下去？肚子要变大胃王嘛，对不对、啊？那怎么让你变大胃王？增加你的语汇。接下一个字要讲 vocabulary，来，下呃 language 语言，还是这一章哈，增加你的语言。比如说我知道日文、中哎、日文、北京话、德语、哦啊、英语、法语，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中文的世界大嘛，对不对？ 没有错嘛，我光摄取到的 data 都比你多啊，我听得懂，我去哪里我都听得懂啊，我的世界是不是比你大？真的啊，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语汇嘛。可是语汇不光是语言哦、喔，还包括什么色彩的语言、吃的语言。哎，三千块牛、生熟牛肉你也要加呗？啊，对他们讲啊，说说不要加，对啊，逻辑啊，你糟蹋了三千块的牛肉了，因为你不会欣赏这个东西嘛。 三星级要怎么吃？比如说我会吃法国菜，我怎么不会吃？错了，法国菜加上气氛、对谈 （conversation） 里面，餐前酒、中间的酒、餐后酒、甜甜酒各种。你要欣赏一个 course，一个 full course，不是像打尔栏感要讲哦，最后加最后加。唔系安内不是这样子的，它是 over all 一个文化的表现呢。它你要一起都在才会 i n truly enjoy 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增加很 capacity。比如说我那那一团也不是都是很差的老师啊，其中一个老师对色彩很有研究。那个女老师一刚到法国就，哎、欸，我来完再来穿叠加隆博的琴都没办法穿，为什么？法国的颜色跟我衣服没不搭啦？所以他赶快跑到店里面，把衣服鬼书龙挖掉，口红也要彩妆都换掉才出来，他觉得比较舒服。为什么？他就是有流行的语汇嘛，色彩的语汇嘛，他懂得 enjoy appreciate 要不然女孩子口红为什么要几千种啊？ 红色就几百种，就是我跟你讲，差一点点就不适合你，连差一点点就变成不同的意思，现在知道吗？哦，可能还不知道，没关系，我们慢慢讲。就是各种语汇哦，音乐也有各种音乐哦。你是只能听有歌词的音乐，还是听纯音乐，还是纯声音？哦，那就差很多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增加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哦，那一团的团费差不多十几万呢、啊。我觉得这些人十几万去买一个下午茶。 哦，我告啊！对于你有这个能耐的人，那段时间你时间也抓回来了，享受也尽量享受了，对不对？也就是他在单位的时间，同样的投资，他得到最大的报酬你怎么样得到最大的报酬，就透过你的能耐嘛。你越有能耐的人，你可以在单位同样是人生哦，赶快去人心哦，大在顶多七十岁、八十岁、一百岁好不好？你没有好好的 enjoy 你的 every moment，把它吃下来，你根本就是糟蹋这个时间。你我该过，我不该做了。 公告拍两朵香莲啦！你活多少你就浪费多少时间了，还不如你每一个分钟每一秒像我们这样来上课，你增加你的 increase in the capacity 能耐，对法理的能耐，对艺术的能耐，是不是？你就把你的时间生命赚回来了嘛？还怕你瓦被撞下？只是过日子吗？出生死亡吗？这么快哦、喔！下一张，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叫 decode capacity。哎、欸，其实哦、喔，我把北赛公打完人没有能耐，我来供也不公平，为什么？ 台湾人没有，虽然说没有欣赏这种享受艺术的能耐，可是他有吃乐色的能耐。我糟蹋你们都不会笑。台湾人虽然没有看好东西的能耐，可是他有看乐色的能耐。比如说，你看电视里面讲哦谁杀了谁哦哪里刚咬一根鸡哈，嘿耳朵会竖起来，喂还讲什么给壁阿马下。相，哎这种事情有兴趣哎，啊人家在那边讲人家坏话、欸，咦你刚刚给阿这就是。 你的能耐是 to war d bad things 嘛，对不好事情能耐很大嘛，都有懂他的语言嘛。可是对于好的东西，他、啊、都开始度过啊，靠、哦、哇，得恭喜啊，啥拢没的，开始度过啊，就这样子。啊，我每一届上课的时候，学生里面总是有一两个这种，哦，陶迭迭，sad s a 他完全听不懂我们法理在讲什么。那、啊、你们都有反应啊，很好、啊，表示你们是未来的领导者。我们透过课程来筛选每一个人。 秘书长讲课哦，都是有教无类。我错了，我从来就不认为人会改变的。我就讲到分类来教，我是把人分类来教。我们以后也是这样子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领导者、欸、领导者第一级、第二级、第三也是要分类啊，就按照你课可以上到什么程度，我来决定把你的位置摆到哪里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吗？我们把不不够格的人放在上面才是问题嘛，对不对？中国这次虽然说那个那个什么，他们总理、总总理。 他们总诶、欸、总督来讲一句话，我们这边没你 K 噶威戏，对吧？公，诶，我们不可以让穷人来当那个头，对不对？诶，他其实讲的对了，你真的连自己的生活都管不好的，你来当头吗？你连自己都生活不好，在现在的系统里面你都管不好你自己，成出不了头的人，我会让你来当民政府的头吗？赵科林，是不是？还是你要有竞争力、要强的人会出来嘛？这才是合理的嘛。 好，下一张。好，再下一张。我今天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我直接讲啊，再走，再再再走。哦，你们讲到语言哈、哦，你也不要讲说我会英文呢。你单字没有超过一万个，哈，七八千个就不要讲我会英文，因为你只会那几个单字嘛，懂吗？不是说我会讲崩句，我就会法语啊，空了一句话我就会讲日语，不是这样子啊、哦。这是 vocabulary，除了那个你讲的那个那个语语言里面，还要语汇大量的语汇。哦，来下一个。 好，再下一个。我今天不没有时间讲这么多哈、哦。这个是每一次我会讲的哈、哦。台湾四万年前从部落形式到大渡王国，在贵亚板尼哈几万年在台湾 s e 后来在最近几百年才有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哎。哎，我我跟你讲哈、哦，最近哈、哦，我这个课因为太多外面的人听了，所以这个用在政治人物身上。最近不是某某大佬也开始在讲我这一套吗？台湾人自己要找回自己真正本来的本质。我老早的攻击他。 按境外媒贴来用，没用的影响，不好啦。我不担心啊、哦，因为我觉得好东西还、啊、在后面。到后来，这些掠夺者，这个字我给他叫掠夺者啊、哦。掠夺者的目的想掠夺。那时候台湾还是在属于部落形式嘛，人家强国就进来掠夺。什么叫掠夺？公开拍片比较粗鲁的就是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可是不要对她负责任，不想结婚，予取予求啦。要爱就给你了啦，不矮就给你单掉一边啦。迄、那個、叫做掠夺者。 那些对殖民地的掠夺者就做这种态度嘛，他不会建设你的地方嘛，他就是取你资源嘛，也不想对你负责，大家知道哈、哦，那叫做殖民地嘛。啊，我们过去都是被人家当殖民地嘛。那这些殖民地来的来掠夺，他打声，他看谁嘛，他会打来打去抢这个位置嘛，抢到最后大日本帝国抢去了、啊。可是他抢去之后，他不是把你当掠夺者哦，他是真的要跟你明媒正娶，要跟你结婚哦。怎么见得？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对不对？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嘛。 这就是一个结婚的动作嘛？就从此以后，你是正式成为他领土的一部分哦，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他就对你有责任哦，你对他效忠，他天皇对你有责任哦，是这样子。所以这叫什么？永久性的系统改变。过去虽然四万年，他是我们的身份在一夕之间被改变，就是真正从此以后，他要照顾我们嘞，直到今天为止嘞。虽然旧金山合约、大日本帝国战败，可是他还有责任、义务对台湾有这个义务要存在、要保护我们。 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这些台湾民政府成立，是因为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是战败，你就要接受战争法的保护，所以他才不能叫你当兵，诶，他不能跟你抽税，他不能叫你去买武器，他不能改变你的语言，哎，是这样子的，你过去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的话，你当然被他嘟嘟阿呵，叭叭叭，就你就是中国人嘛，他他用中国的方式管你嘛。 可是你现在这个身份证，所以身份证很重要。你申请出来证明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的时候，他就不能乱来了。你今天还敢对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征兵，啊？拜力丹内款，是不是战争罪？等着你，你看哦、喔。现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的系统，我不管你现在是台湾治理当局也好，但是你敢对我们这已经拿了身份证的人发出征兵令的时候，你等着看，这叫真战争罪了、喔。哦是我们不敢跟你对呛，但是以后剩下。 你如果还敢对我们已经拿了大大我们大日本帝国台湾地区啊，就是台湾民政府发的身份证，我们的身份已经很清楚了、喔。你还对我们发出征兵令，这些事情就非同小可。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如果搞不清楚状况，他还会继续记，你就等着瞧啊、喔！来，接下去我们再讲下一个。我先不，今天不是注重点不一我在讲 decode 解码器。 解码器哦，那些老师除了他没有这种语汇、没有这种能 capacity 能耐以外，还有一个他没有解码器，乱码，对他来看他前面都是乱码，他只能做他有有限的语言来解读前面所看到的东西。下一张，来，我就来一个真正解释什么叫解码器啊！你们这是旅行团对不对？今天来到这前面，那导游跟你讲，来看，爱看有不？你没开杂贵班啊，你就叫来个在套景。 还、啊、有矿物不？矿石？这是什么东西？你们在座看懂请举手。玛利亚，哎，不错不错，你至少知道他是谁。啊，玛利亚跟谁？不错不啊，去班内北拜。好，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啊，耶稣是什么？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不不，好好，他死了。然后为什么死了？在玛利亚的，哎、欸，为什么？他、啊、什么时候死的？ 定时架、死架被拿下来之后，放在玛利亚的腿上，对不对？来，再放我们靠近一点，下一张，再看清楚一下他的表情。哦，那你怎么欣赏这个作品？首先，你当然要知道故事背景啊、主角啊，谁啊，对不对？还公哦，台湾人到现在还是不会欣赏。你问，你问他什么表情？来，我讲他是什么表情？失望。那、啊、为什么失望？失望什么东西？本来本来期望什么？他失望什么？这个要知道啊。 我跟你讲，阿内拉，台湾人过去是制造业起家，我都用制造业一步一步把你们带去、带进来，怎么解读这个作品？好不好？啊，今天艺术解码嘛。这个雕塑鬼裂赫呵，十六、十七世纪米开朗基罗雕的。然后我问你哦、喔，当时的技术，那时候没有粘着剂哈，你如果雕坏就怎么样？ 就坏就重雕啊，重新来一个。它是鬼条大理酒哦，它是整颗大,、喔、大理石雕出来的、喔、整颗哦，鬼条喝谁喝谁给磕出来的、喔、磕坏了就重磕、喔、另外再找个另外一个大石，大理石再重来哦、喔，没有什么磕坏了又把它改了，没有这回事哦、喔。大理石呢，不厉害不？光从技术上、技术层面上，一颗大理石从头磕到尾没有坏掉，这就不得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同样一颗大理石要磕出肉身体的感觉。 人的皮肤要刻出布料的感觉，要刻出头发的感觉，要刻出活人的死感觉、死人的感觉，要刻出男生、要刻出女生的感觉都不一样。同一颗大理石，厉害不？会看嘛哈？我们从制造业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艺术品，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啊，那厉害，这样已经不得了,了。我们就就技术怎么样，这不得了。慢慢的，台湾进入服务业。我现在从服务业的角度来看，切入这个雕塑品。 服务业里面很注重什么？比如说电影是一个服务业的产业，好吧？你要让电影好看，你一定用剧照嘛，对不对？剧照，比如说 Keno 啊，哈、哦，然后剧照要很吸引人，一看，哎、哦，这个好像不错看哦，就去看了，对不对？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上 YouTube 去看 Trailer 嘛，啊、哦？有的人就看剧照嘛，所以你要选剧照就很重要，这是技巧，对不对？你选错这个戏就卖不出去啊。那怎么选剧照？一定要找这个故事电影所有的故事里面的高潮点，爆给你出来，对不对？ 其中一个高潮点嘛，那还有一个电影要好看要什么？角色的表情要对嘛？半泽直树好看是怎么样？因为他帅吗？我不觉得他帅，因为他表情对嘛，他在演这个戏在当下那个表情刚刚好，恰到好处，对不对？超过叫做散板，对不对？不够叫做逊、哎、对不对？啊，这种电影就没有人看，他好看大卖座原因是他的主角角色的表情都对，或者他选每个角色都选的刚刚好，没有错吧？ 所以这就是技巧的部分嘛。那我刚才讲到表情要好，表情要好要什么条件？主角要知道故事怎么发展嘛，在这个当下我应该用什么表情？导演要跟他讲，那表演员要表现出来嘛，没错吧？这就是一个好看的戏嘛，表情要对嘛。啊，表情要对的时候，你问人一个雕塑家只能刻一次哦，他是不是很小心选择他的表情？他要讲的故事是什么？你知道之后你才知道。现在先不用讲太早，他表情对不对？ 你不知道嘛？绝对不知道，因为你不晓得故事，你怎么知道他表情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你才知道他表情对不对。之后你才回过来说：“哇，真厉害，没错吧？”你如果都不知道故事，有容看这表情，哦，他真会演啊！另外，好，现在公共对不对？你要知道故事。我跟你讲哦，整个西方艺术哦，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这个故事，就不要就结束了。你都不知道欣赏什么，你欧洲不用去了，劝你不用去了，也不用去看看那个那种北块。 因为你不晓得基督教文化是什么嘛？全世界像几乎占三分之几的这个宗教的，他在讲的东西、文化艺术发源地的代际，您不知道基督教无法解读啦。好在我艺术教育是在美国受的，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嘛。啊，我都迅速你讲你们开个古爸，爸玩，给美国打车啊，直接有答案给你啊，对不对？因为很省。我跟你讲哈，给我七分钟，我把基督教讲完，你们再回过来切这个，好不好？在座知道基督教是什么，请举手。好，请放下，不知道请举手。 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啊？很好啊，不知道我讲也不知道了，好不好？好，我讲什么？你们七分钟就学会什么叫基督教，这样以后就解决了嘛，省事了嘛，对不对？好，肝胆改应功基督教什么？我因为七分钟太短，我只好负面点题，对不对？最快方这样告诉你这样：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哦，有人投胎讲、嗯，不是劝人行善。我以为宗教都劝人行善，偏偏不是，基督教就是不是劝人行善，反而你要行善要进天国，no way。 没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更糟糕。基督教就不是劝人行善。那第二个，基督教不是精神寄托，哦，不是哦，基督教不是精神寄托、哦，也有心灵寄托跟精神寄托，赶快一种都不是，都不是一个寄托，不是一个恰恰让你寄托，不是，不是哦。最主要的，基督教最主要的重点不是什么精神寄托，没有，你自己衍生出来那是你个人的想法，但是基督教本身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第三个就督叫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哦，然后徐老师，人家羞喊嘛！我第一天到晚看到人家什么教会受洗，然后变成会有，啊，加入一个，这不是加入宗教是什么？我说不是实际上讲的很有趣哦。他说有的人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还加入最后还当牧师，搞不好都进不了天国。啊、哦？所以基督教是不是在是不是劝你加入宗教？不是哎，也不是哎。基督教最重要的核心在讲什么？ 我公，刚才几个月啦，救人没事啦，救人不死啊。啊，说徐老师越讲越离谱，为什么？我参加过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啊，我看过基督教坟场啊,啊，啊，这不都死掉了吗？啊、你讲说救人不死，哎、欸，讲什么东西都要从定义着手，对不对？你要先听我对死的定义，再讲我讲的话，对不对嘛？What's the definition of death？死的定义是什么？我跟你按照原文的意思叫做 separation，分开，separate 东西把它切开两半，什么叫死？ 灵魂离开肉体就是死了嘛？看不起，狼死掉灵魂离开身体是不是就死了？一种分开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你跟上帝的关系分开了，也是死，那叫灵里的死。什么叫救你不死？让你的灵魂回到身体嘛，对不对？让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了，这个救人不死啊，是不是？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s e p a r a t i o n 不 separate 是不是就是活过来了？就这么简单啊！有、啊、人、就是、说，徐老师，啊、哦，身体火化烧掉怎么办？没有身体啊？ 很简单嘛，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再给你做一个生理你再回去，不就结了吗？基督教讲的上帝跟我们台湾吼、哦，主虽然多汗，认知的那个神是不一样哦，督教讲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哦，omnipotent omniscience 是这样的上帝哦，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哦，不是说狼做旧后变圣人，圣人以后就变神，创造者跟受造之物是没有这种关系哦，一个是创造你的哦。 上我们基督教讲的神是不在时间底下，时间是给人的哦、喔，他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哦、喔。我们人的想法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按照时间走。我刚才一开始就讲时间嘛，时间一定要往前走，时间到了一定会做什么事情。可这个神没有啊，所以他告诉你未来的事情很简单的，所以这样是基督教讲的神哦、喔。好，再讲完这个，那现在下一步为什么要分开？合理的问题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死？就是上帝创造人是会让人死的吗？ 不对吧？那這是什么上帝啊？不是，偏偏不是上帝。一开始不知道人，是人。那你下一个问题说，那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分开？那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要给你们。第一个，我们我们所基督教所讲这个上帝是一个公义 （justice），公义就是赏善罚恶，你丢都丢，不丢都不丢。那他有一个本性叫 holy，圣洁。上帝的本性对于你犯错的结果回应，就是让你跟他分开。 没有关系，看可以来。那下一个问题哦、喔，那什么是罪？对不对？什么是罪？这个罪跟我们讲的 crime 不一样，crime 是人跟人之间互相犯罪，我揍了你一拳，我对你犯罪。可是这个 sin 原文英文字叫 sin，就是对神犯罪，那不一样意思哦、喔。那叫罪。那罪的话哈、喔，叫做原文叫什么？什么事？我就用原文最简单的了。射箭没有射箭靶心，下箭不下到绷在，那箭不下掉。 差一点点都不可以哦、喔。他说没有，我很接近九十九点九九九，这也不是啊，这也是罪跟1。跟百分之一、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样，都是不对的。对，只有一个。哎，伪钞是不是很像真钞？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像真钞，还不是真钞嘛，对不对？你还是伪钞嘛。越像的反而越糟糕嘛，是不是？你只能百分之百就是那一张，这样才可以这叫真钞嘛。所以真假就是这样分出来嘛。哦。 现在讲的有点深了哈，我要現在讲轻松一点啊。那罪是什么？罪的定义哈、喔，在圣经上讲的又很对。除了死不重计以外哦，他想说，我们以为犯罪就是不该做的去做，对不对？可圣经上的定义是，除了你不该做的去做，你该做不做也是罪。哦，这是其中一个定义。还有一个定义，罪的定义就是，你只要小时候犯过一次，就是犯过了。没有说，哎，这些话谁还一准走？哎，不算，我照算。 只要你这辈子做过一次，就是做过了，就这样的。那罪还有一个定义哦、喔，越来越难哦、喔。这耶稣自己讲，不是我讲的哦、喔，他说：见了人就恨人，就是杀人；见了妇女动了淫也就是犯了奸淫。哇，这个还唯心论呢！按照这个标准，谁能跑得掉啊？每个人都罪人嘛，干不起。是不是？是啊。我跟你讲，所以按照这个 definition 的话，你没有比希特勒好，你也没有比毛泽东更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他的权利嘛。 希特、毛泽东只要一句话，就一堆人帮他杀人呢。你没有这个权利嘛？如果换做你有希特的权利，难保你杀人不会比希特的少啊，对吧？搞不好你比他凶因为有很多人帮你执行嘛。所以这样讲的话，所有的罪其实来自于你的起心动念嘛。所以唯心呢，啊，圣一章给这个标准出来，一出来这标准出来，中戏每一个人都犯罪，每一个人都该死，就这么简单，这个结果。现在问题来了，好了。 我犯罪了、啊，你该罚了。有一个法官坐在法官桌上面，啊，犯人拿来啊,啊，这个人偷了面包，四年徒刑，上万强，有没有看过？悲惨世界那个，对吧？偷了人家面包就被判判徒刑。下一个，结果抢劫，吸引上照。下一个上来，哎，刚给啊，法官傻掉了，为什么？上来硬见了，哦哟，我儿子呢、啊？他这怎么判？可以不要判？不可以啊，你不判你就是不是法官你。 不要坐那个位置啊！你是法官就要公正嘛，不管谁来就是要判嘛。可是真的判下去又怎么样？你干嘛，对不对？你还干呢？所以现在问的也问题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 e l e m m a caught in between，卡在两难之间。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卡在两难之间。所以最后怎么办？哎，在法院里面哦，有一种叫保释，对不对？保释是不是？保释就是外面的人拿钱进来把这个人赎出去啊，保释嘛，对吧？ 啊，可不可以另外一个犯人之间互相保释，大家一起出去，不可以嘛？一定要没有罪的人才可以进来保释。可是外面找不到没有罪的人啊，大家都有罪啊，为什么？大家都该死，对不对？大家都大家都死了嘛，所以都每个人都有罪嘛。那谁能保释？法官自己来嘛。所以最后法官下来啊，最后法官无罪嘛。所以基督教也讲说，上帝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目的就是要死的嘛。好，我就是要死啊。 可是他如果死就结束，这个故事也结束了。他就是一个人而已啊，所以他必须要复活。复活证明耶稣是神，不是人。所以你要毁掉基督教，其实也很容易的，你就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就好了，基督教就拜拜了，三拉拉就结束了。我讲的有点深哦、喔，你们回去看 review 我对不对？但是我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教士，我目的只是要让帮你们解读这个故事而已。怎么去看这个雕塑品？好了，现在故事来了，耶稣死了。 第十字架下面哦、哎，放在玛利亚手上哦。阿玛利亚的表情该是什么？我跟你讲哦、喔，玛利亚除了妈妈小孩子西耶利秋桃那种痛苦悲伤以外，她还很复杂。为什么？当初她怀这个胎的时候，圣灵感孕，在圣路就是处女怀孕嘛，是上上帝的灵给让她怀孕，她没有经过人的性行为，所以不遗传人的罪行嘛。所以她这样子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她知道她是神，可是神怎么会死在我手中？她是什么神啊？ 啊！难不成我过去信的那种 gay 都是假的吗？所以他这时候他所遭遇到的痛苦是前所未远超过妈妈丧子之痛哦。他现在整个他的信仰体系要崩溃哦，在这个 mom moment 会垮会瓦解。我过去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为什么是？如果是真的，为什么耶稣会死？神怎么会死在我手上？抱歉哦、喔，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两天两两天之后，耶稣复活嘛。这时候玛丽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 做的这个图像嘛，所以这雕塑就很有到位哦、喔。所以你要说它到底是什么，那个表情你说不出来呀、啊，太复杂。安利我厉害不？米开朗基罗，你现在会看艺术品吗？我跟你讲，你现在已经艺术水准、欣赏水远远超过现在国内所有的教授了，真的啊！被我这样一教，这样从材料讲到这个、这个、这个市场品牌定位啊，角色扮演啊，个到最后哦，把后面的故事全部讲完，你们现在很高干哦，你们现在会欣赏东西。 而且还是懂基督教艺术史，给你念完了，是不是很厉害哦，这样会看了啊、哦，来下一个。哎，这、就是后来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有一个，他就出现在门徒前面啦、啊。啊，黑门徒看到一个，啊，你是狼啊，是鬼、啊。耶稣跪别家门家，你把东西给我吃，他、啊、就把酒拿来喝，饼也吃了。啊，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比较高怪，他说你是变魔术，我没有碰到的不算。 他真的，啊，耶稣说，好，来来来，手给你摸，他就摸他的那个，诶，这边有个洞，为什么有个洞？我跟你讲，以前私教哦，规定哦、喔，真的死掉才可以放下来啊。你如果死他下来的话，他会跑掉，对不对？对啊，确定死、啊，那你怎么确定人死？戳他，戳他会怎么样？戳他要怎么样？把他戳到死吗？是啊，啊，流血，拍死哦？你怎么证明他死？我跟你讲，在生物上，你们如果懂的话，人如果真死的话，血小板跟组织液会分开。你们不知道哈、喔？ 如果人真死了，流出来不是血，它是组织液，就透明的，加上血小板分开来了，啊，这个人就真死。所以那时候他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他才会把这个人放下来。啊，现在知道了嘛，哈。所以现在这叫刀听，他们很有名的话，这是卡拉瓦乔画的。我一讲都是艺术史上重要的名画，哈。啊，你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去看这些名画说：「跨博，你现在知道故事，你绝对看得懂。好，下一张。啊，很多台湾男 你们过去，我敢讲，全世界的宗教啊，这一大块就是基督教啊，这一块叫做回教，哦，这一大这大块叫无神论者啊。当然，你现在宗教大概就在这里、嗯、这个缝隙里面，你怎么可以 ignore 忽略了这么世界上主要的人在想什么？你怎么可以忽略国际法、国际公法，自己关起门来说我台湾要自己要独立？你一定要知道全世界发生什么事嘛？ 你不可以这么没有知识。外公，台湾今天会被锁在这种政治炼狱里面，是因为台湾人摸地些的、啊。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啊？被人家出卖，还帮人家算钱呢、啊，知道吗？被人家抓去奴隶，你还在被奴隶车上还帮主人算钱，看他算的对不对？可惜啊，内啊，挺凄惨嘞，在台湾人嘞。所以要尽量在短时间里面，大量的知识压给灌在你们身上下一张，好了，过去观念多去。 基督教讲的神跟人，哈啊，代文人那大部分就叫功能神，方逊的讲人为主轴，神是我们制造出来服务我们的。那启他们叫做启示神，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神的话，人是他被他创造，人的活的目的是为了神，这不一样概念哦、啊，这宗教的观点完全不同，西方跟东方不一样了、啊。所以你今天所谓的万国公法，它的背后都是自然法，自然法背后就是有这个基督教的概念在里面，才会产生今天所有的法律啊。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你没办法了解为什么法律这样定，为什么要尊重人，也搞不清楚啊。乱想想为什么要尊重尊重人，你的根据是什么？你如果不晓得这个一切的结构的话，这些都灰给。好啊！下一张我不讲太深，来再，我再走。好了，罗马那个哦，今天课到多少？三点半，哦，还够。来，罗马那边有一个水池，哎、啊，你们看到这又是看不懂，对不对？ 我马上解读解码器给你看，好吧？罗马那边有个方腾，这个水池上面有四个方向，四个方向有不同的河神。河神就是像欧洲就是多瑙河的河神，印度就是恒河的恒神。四个地方的河神被抓到罗马的中心，叫什么？呃，告诉你，我是帝国啦。因为以前的河是生命的发源地嘛。啊，你这生命主要的是河，河的河神给我两个罗马，就表示你们的国家被我抓到，你们的命脉被抓到我的手上嘛。 这叫帝国，我接下去给你们是帝国节嘛？什么叫帝国？过去大日本帝国也是帝国，你们要有帝国的想法。你现在没有，你是难民的想法嘛？难民的教育出来，你不会考虑这些事情。我要把帝国的东西告诉你们，什么叫帝国？四个核的和成被他抓到这边，OK？下一张，只有罗马可以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以前它是真的是帝国嘛，横跨欧亚非嘛，它是不同的州的那个帝国嘛，才可以。你说越南盖这个不是很好笑吗？ 你中国盖这你你没有离开过中国，你凭什么盖这个？对不对？变得很好笑的事情嘛。所以立在帝国在这哦，过来法国、啊，轮到法国，法国做一样的事情，这是什么？什么铁塔？不是巴黎叫埃菲尔铁塔在巴黎 <laughs>，因为我后来把它简化嘛，城市名加上铁塔，其实它的名字叫 e v e r Tower，然后 in Paris 啊帕西帕西法语啊，一八八九年就盖好了，它几根脚？ 它也是四根脚，四根脚跟我刚才讲那个水水塔一样的意思哦、喔，它也是一个帝国的态度哦。第，但是它他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什么？在一八八九年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类的建筑盖到这么高哦、喔。它宣告新的帝国的定义出来了。我很多人都在讲定义 （definition），the definition of empire。过去你都是骑马打仗去占地，从今天开始，三度空间。 你有制空权才能够资格叫帝国啊！不，你卖公业是帝国，你还在骑马打仗，你就不是帝国。现在知道了吗？他给帝国一个新的定义，从法国开始，接下去后来没没几年就是飞船、飞机就到处飞啦，你就有制制空权的才叫帝国。现在知道了哈？来下一张啊！六十年不到，新的帝国又出来，这个更大。他说：“天空算什么？我們到宇宙去了，到月球去了，对不对？” 这是什么阿姆斯特朗，阿波罗嘛？哎，我小时候有看过这个、欸，小学的时候还去看那个转播黑白电视，阿姆斯特朗踩下来，那时候吓死人呢、欸，到月球，人到月球哎、欸！啊，这就宣告一个新的帝国，以后要载至宇宙才叫做帝国了，你后载至空中不算了。所以那时候很奇妙，那个苏二要跟他拼嘛，全世界只有这两个国家可以拼这种太空任务，是不是？这个还不算什么。 贵国归你，幾幾又一个新的事情发生。下一张，嘿，这是什么？Curiosity 好奇号到火星去了，是不是？新的帝国叫美国，派了一条船到最近说印度说也到火星嘛？那是到轨道，OK，没有下到火星上去不算。哎，下一张，这是，哎，他有这个遥控汽车在这个火星上面跑来跑去，随时传照片。我只是取其中一张，现在几千张、几万张的照片都传回来了、欸。 我问你一个啊、喔，你们可能感觉不到这个伟大哦、喔。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的几倍？这样你们比较有感觉了。对，猜猜看多少倍？地球到火星是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的几倍？随便你猜个数字嘛，大概嘛。一千两百五十倍，吓不吓人？一千两百到的一千三百倍左右。 地球到月球，月球是卫星啊，那火星是另外一个行星啊，那个距离是一千多倍，一千两百、三百倍啊！你要把东西派到那边放下来，来拍照片再寄回来，是不是科技上都不得了，不得了嘛？这必须承认这是帝国在玩的嘛？台湾会不会通过大家预算一起来送送送,送送东西到火星去？那么给我妈妈洗？因为你不是帝国嘛，你小地方嘛，你凭什么有这种梦想？ 梦想是给帝国做的啦，不是我们这个，可是我们过去是帝国的人民呢，那是因为你今天被占领才变成这个样子呢、欸。我们短时间，哎啊，下来，再下一个，下下一个，这个是什么？法国罗浮宫的 entrance 入口处，来下一张，贝聿铭设计的，设计这个一开始被骂，后来被赞不绝口。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是代表什么？为什么是金字塔？因为代，我跟你讲哦。 法国虽然不是那个军事武力的帝国，但是他是认为它是文化上的帝国。文化帝国有富有传承，就整个欧洲的文明史是从埃及开始，再到希腊、罗马，然后再到法国。他认为它是传承，所以他就把这个金字塔盖到盖到这边刚刚好。之前没有这个金字塔的时候，法国罗浮宫没那么伟大，是不是？他想等于是把整个欧洲文化的发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会干吗？叫帝国。下一张。 这是什么地方？哎、欸，这个帝国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帝国叫英国，听过没有？英国啊，没有听过、啊、来下一张。一八五一年的时候，英国盖了这个东西，吓死、哦！一八五一年哦，你知道这里面有多？这是一个博览会，里面有一万五千个摊位，吓死我！我刚刚一个摊位要几个人去盖，去照顾？熊博嘛，四个人，对不对？ 那你光是照顾这个摊子的里面，将工作人员你要几万人？一万五千个单位乘以五是吧？四万五嘛啊！再加上工作人员，其他零零口口，十来人在内底要不要吃穿拉杂税？要电梯吗？要啊。要空调吗？要啊要嗎。要水、啊、吧？要。啊，要厕所吧？要。啊，啊，你要去准备这么大，而且在上面都是玻璃输出哦，整片大片玻璃输出哦，里面有结构的哦，把贴上大大片玻璃，里面种花种草。哦。 好像到那种花园里面去哦，一八五一年的英国做这种事情，现在不见了啦，烧掉了。可是当时做的时候吓死人，包括周边设备，到外国来参观的人所有的动线、停车场什么都要有。一八五一年呢，一八五一年呢，他怎么到这边的？啊，厉害诶！整个 infrastructure 整个英国的那个系统要搭配这个博览会，就是在展现他的国威嘛、国力嘛。你小地方怎么做？以前台湾有万国博览会。 你知道吗？那是帝国，日本帝国在做的事情。中国那时候根本是穷的跟什么，哪有什么？做什么博览会？没有这个概念呢。贵几得起大日本帝国的成名，就经历过什么叫博览会啊？下一个，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美国这个大帝国在玩什么？帝国头的人民都在做什么？努力工作吗？错，努力的玩，努力的想象，努力的消费，这才叫帝国啊！工作是给你们奴隶做的啊！ 知道吗？打蓝贵体就是努力嘛，努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缴税嘛。啊，有一群人不用努力就赚很多钱的嘛，叫做统治者、啊，统治者的后代啊。没这下面打几，就很就有地保可以住了，不用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当什么捷运什么局局长了，对不对？啊，就又有卡的那个什么，对吧？他不用做什么事啊，他叫统治者啊。他有像你这样打拼，每天朝九晚五，拿那个薪水两两 K 三 K 的吗？没有啊。 不需要嘛，在短时间他何德何能到那个位置啊？那个统治者啊，不是 B、D、K 搞啊这的，他英文搞不好讲的没你好啊，没有你我好啊。好来，给你们看几个。美国每年预算哈、哦、，Budget of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是三点七七 Trillion，是一百一十四兆台币了哈。这里面教育的部分，OK，玩的部分，梦想的部分，啊，每年光开发这个太空任务。 十八点七二四 billion，哦，就乘嘛，billion 加上十亿，十八加一百八十亿美金，再乘以三十，会算了哈、哦，就专专门玩那个。那美国玩的部分，男生比较喜欢各种球类嘛，对不对？美国 NFL，美国美式足球，美国棒球，美国篮球，美国还有什么 hockey 哦，曲棍冰上曲棍球的比赛，全部加起来，哦。 四百七十八点八 B 点，而我们所有生产毛额，他才来剩，他还不加上他的周边所消费的钱，比如说他买球衣啊、卖球票，这都不算。我只说光是他们 run 云语的费用就这么多，然后光是随便讲一个他娱乐，哦，一百八十个 B 点每年哦，他分一个子给台湾，台湾经济就起来了，哦，狼 A 跟他负责玩，负责打架，战争武器。 帝国就要玩这几样东西，负责玩，负责念书，负责梦想，负责打仗。下一个，哎，这是什么东西？在美国加州，Alone，California Alone，跟加州一样，有几所学校？全美国有四千到五千所大学哦,哦。四五千大所，这里面加州我就跟你讲，随便讲几个就吓死你，伯克来了，斯坦佛啦。 加加州理工学院呢？啊哈，哈佛不在加州啊，哈佛在 Massachusetts，、啊、哈佛是属于常春藤的。我现在只讲加州而已 s t a y California State alone。来下一张，你要讲好了，我们讲哈佛。这叫常春藤，常春有八所学校：Brown、COLUMBIA、Cornell、d a r m a u t h a r v a r d Princeton、Penn、Yale，这是有学校。每年光是捐给学校的钱哦，十三兆台币。钱要是什么呀？十三捐的钱呢？在沙挑了。 吓死你啊！长春人的学校，前二十名的大学，每年收到的捐款，就吓死你了。难怪你要出国念书、欸。那台湾投资多少钱？我申请拿个 application 到美国去念书，我就接受这么多钱造福我的教育嘛。所以你很奇妙，被出国念书就是这个道理啊。天呐，这是帝国在玩教育，全世界人都会讲，精英都会去那边，只要你够型，他都要吸你。就这样，下一个。啊，这是什么？嚯！ 你们中间汉照我要喝啊！上一期不知道有一个也是两百多公分，看到他那种身材也是吓一跳，人家是结结实实的两百公分，哦，两百多公斤，三百公斤这样子，这叫美式足球。那因为他冲撞力太大，至于每个人要带钢盔啊，要不然就死啊！哎，真的我没开玩笑哦。来下一张，哎，这是他们高中球队就已经这么汉照要喝啊，高中的哈、哦，啊这个是大学队 Texas U o Texas，啊这是职业队，你看。 球场那么大，每天在负责玩呢、啊。下一个，每次足球你看打成这个样子，你看，然后进单价，每年因为打每次足球断等卡等球，戏也弄不来。可是他还是玩呢、欸，乐此不疲耶、欸。为什么？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了，你们更不晓为什么？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你不晓得吗？所以你们不是帝国的人嘛？下一张，这是他的玩法。他有四分位，有 quarterback，有 left a n d r i g h t end，receiver，running back。 这是美式足球，有有没有看过足美式足球？人请举手，有没有？有在有在 follow 吗？有在 follow 吗？一点点哈啊、哦，对啊，美式足球是这样玩的，哦。它里面一定有 strategy，是有 first team，呃，叫 attack、offense、defense，还有 second team。那你在玩那个球赛的时候，后面他会有一个人在那个这个整个球场最高的地方解读对方的战术，不是一个人，一群人解读对方用什么战术，马上下达命令传到这个场上，啊，那个人这有、個、教练在下判断，做什么？ 哎，欸、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这样的游戏规则很可怕。全世界只有美国玩了加拿大勉强玩一下，日本要学都学不来，因为没有这种人种。这游戏规则非常复杂。我跟你讲，这在准备战争的，这就是战争游戏呀。你里面，我跟你讲，在 NFL 里面打出来的人的教练啊，或者是球员，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企业里面当 leader 啦，都是领导同一一流的啦。在这个球赛里面，你每个人都要有他自己的位置。 好好打好你的位置，没有什么突然随便乱跑，大家偶被来了，一定按照教练、经理这样的命令，球队、球团这样互相打。美国在玩这种游戏，叫做帝国在玩的游戏。那这些人以后就很顺利的就进到军队里面去。下一张，他们才知道怎么玩这个了，不是只有篮球啊，篮球有点小咖了啦，那个复杂程度不然几百个人的球，两百多个人的球队，你怎么运作？ 它就等于是预备你以后变成一个 team 在打全世界啊！这里面美国国防预算是，你看随便讲了十八兆台币，几几兆台币这样在在 run 他的军事武器，全世界打的，从无人飞机到什么坦克、啊，你看他航空母舰什么什么瓦良格这一个，他们一一次就一排十几艘航空母舰摆那边给你啊，可以这样子啊，这才是美国的 size 啊，就是帝国大小。 你台湾人只有被骗才会觉得中国很强大，这个怎么玩呢、啊？我都不晓得。你们看得懂的话，不会不会有什么 Not close。那 even close，OK，、okay, 下一张。哎，不要，至少让你们知道美国有什么，有有五军呐、啊、，army 嘛、哦，啊，marine，海军陆战队，army，陆军，navy，海军，哦，air force，空军，还有一个什么 coast guard，海岸防卫队，那个每个。 配备标准都相当可怕，已经高过你们一个国家的军队了哈、喔。公安海海岸防卫队就已经很吓人。无人飞机了，现在连军人都不会死，他们打到后来全部用无人飞机在打全世界他自己的人不会死，啊、喔，那是西龙西八狼刀啊，啊要打仗打在别人家，不会打在他们自己家，永远在别人家里面打仗，怕派起兵到的物件，只有打湾人瞎希望把矛盾跟战争带进我们岛里面。 这个比较复杂，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好，我直接跳好了，对，再跳，再跳。好，再跳。好，这这有一些画在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画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来，待会再再想。你们先看一下这些画啊。好，下一张，再下一张，跳，跳。来，好，这、就是印象派时期啊。再跳。好、啊，这个人叫什么？毕加索啊。他画的画你们看得懂吗？看得懂吗？ 看不懂举手，看不懂举手，啊，看不懂。来，我问你我问你，这里面是画飞机、大炮还是画人？人好，你们看得懂啊？画男的还是画女的？哎、欸，你们也知道了。画几个人？五个人，你看，你们看得懂啊？怎么跟我讲你看不懂？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看得懂到某个程度，对不对？啊，你至于要更深一层，那是艺术史学家在解读的问题吧？但是你看得懂了。 你看不懂是因为你认为这跟我过去以为的东西不懂嘛？可是问题，这巴斗是一九零七年画的，毕加索在一个世纪以前画的东西，你到现在两千零一四年的人看不懂，是不是有点问题？是不是你的艺术教育停留在一百多年前？印象派是啊，没有错啊，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啊。所以我现在把你们带进来啊，台湾政府的官员不能不知道艺术啊。下一张。 我就看什么叫印象，什么毕加索说他画立体画派是跟人家偷的，跟谁偷？他说这个人叫塞尚，这是塞尚以前画的啊。下一张，他喜欢画山哦。维克疯到一个程度，就住到这个山的前面盖了一个房子，就每天画山、啊。来下一张，他后来画山画成这样，灰影啊，画我啊，这真的看不懂了啊,啊！山怎么画成这样子？我跟你讲啊，你们在座各位有没有谁画写生？有没有写生过？写生过的举手，写生啊。 人家写生吗？就拿个便当，对不对？我以最喜欢写生的，带便当啊，老师出来出去，对不对？啊，就画几笔，然后就赶快就来吃便当，中午，对不对？我问你哦、喔，写生有没有写生？你们都写生多久啊？挂刚嘛，哈、喔，早上去，中午回来嘛，还是整天？整天哦、喔，哦、喔，啊，有没有写生一个小时的？太短了哈、喔。有没有写生五分钟的？有没有？有，怎么没有？我们班上那坏学生都写生五分钟。 画一画就跑掉都不见了啊！啊，等到下课的时候再来教啊，对不对？那就写生五分钟、啊，有没有写生一秒钟的？有啊，写生一秒钟是什么？没有、啊、没有没有,有没？我静雄来更薄了哦，没有写生一秒钟，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哦，我每次看到人家画的时候，我我就骂他，我说同学你在画什么？啊，现在几点了？他说十二点了。我你十二点画的，可是你上面画是早上八点呢、欸。不是吗？ 啊，太阳都从这边跑到这边，那你的影子都换位置，你为什么还在画这个？重画。学生老师，你有没有听笑啊？我说没有啊，你不是写生吗？写生就是画你看到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画是早上八点的嘛，现在是中午十二点的嘛，你没有改啊？重画。哇，他们快发狂了。OK，共。赛上就是一个很乖的学生，他画他看到的。他好不容易看到这是橘色，他就调调调放。哎、欸，哎、啊，有有那本界啊，橘色画上去以后。 因为时间换了嘛，云来了嘛，颜色换了嘛，他重新再调新的颜色，再把它放上去，颜色又换了，再调，所以跑出这种花的颜色。所以他如果花了三个月的话，这是三个月以来的写生，知道吗？因为随着时间改变，颜色变了嘛，它都灰起来。所以是什么？观点不变，时间改变，产生这个结果。皮卡 c 去偷他偷他什么？时间不变。 观点改变就产生立体画派，现在会看了吗？来上皮卡索的话，回到皮卡索那个，他是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东西，结果就是这个放在同一个位置，这叫立体画派，会了吗？你们解读了吗？哈、哦，来下下下下，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走快一点，来再往前走。好了，皮卡索画了立体画派之后，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什么盒子？哎、欸，画画，刚一点一点帆布上画画。 皮卡 c 给了新的 definition 定义，画不一定在画布上。所以有的人说，大地是我的画布，我插上避雷针，雷打下来，上帝的手画出来的，这厉不厉害？因为你的定义改变嘛，画不一定是画在帆布上嘛。啊，有的人说，我就用推土机把山大的土推到海里面绕一圈，可不可以？也是创作啊。啊，有的人说，画包括概念，包括原件，包括被画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分开来。真的椅子。 画的椅子，椅子在字典上的定义全部放出来，这叫概念艺术啊，我厉害吧？很有意思啊、喔。说画一定要画真人吗？我画漫画也可以啊。下一张，哦，有的人说画画是什么？这是岛哦，他用粉红色的布把这个岛围起来，吓不吓人？哎、欸，这是岛哎，哎，这人干嘛吓睡呆了？这个船呢、啊？这个船呢？啊,啊，啊、这是布位、欸，橘粉红色的布位、欸。 而且他不止包一个岛，他包了十几个岛哎。每个岛都这么大哎，你每个岛要多少个人去包？就有笑哦。那个要用多少布料？我跟你讲，船这么大了，啊，里面有多少个人去包这个布料？而且这种岛，而且河流会动哎，住也牢嘞，啊的布要固定哎。我跟你讲哦，光是空拍，台北是空拍哈、哦，坐直升飞机上去，带着摄影师，带着什么上去拍一下哦，一百万。 包括油料租租停那个，非常去拍就是一百万，啊，你认为他要花多少钱去做这个？要多少人去执行这个所谓的艺术任务？哎，艺术不是我们一般人玩，是帝国在玩的啦。帝国玩的 size 这么大啦。下一张给你们看看，这个人啊，Crystal and Sean Cloud，你看这个岛多少个岛？他沿着这个美国这个河架一直盖盖盖盖盖下去嘞。哎，你要佩服他的决断力哎。 你要佩服美国会有这么多人企业赞助给他这么多钱去买那些布布用哎谁谁会穿粉红色的衣服啊？没有布料用完就拜拜了嘛，对不对？布料走哎、欸，浮在海水面上还要维持这个固定这个姿势哎，还要飞机飞到这么高，这个高已经远超过直升飞机的高度了哈、喔。又是另外一个空拍图哎、欸，他以前这个人有坏习惯，喜欢包所有东西，把海岸包起来。一九六零年代就把海岸故意海化给包起来，用布包。 那这个是什么？把德国的那个国会大厦把它包起来，他把那个圣路易斯那个 Arch 把它包起来。他有他有一句话是把纽约的大大楼全部包起来，够吓人哦！疯子嘛，这帝国在玩的游戏啊！啊，你怎么想到这是在干嘛？这有实质上效果没有啊,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切切这不是你能想象的嘛！你如果还是停留在无脑的。 没有头的人身上就没办法想象这种东西。下一个，这个叫抽象画了。Richard Mille，Jackson Pollock，艺术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在一九六几年、七零年代的话，来下一个，再下一个，这用洒的、啊、泼的、啊，这个完全是抽象，抽象的地步。我讲，我每一幅都是几上亿的台台币的，啊，就有人艺术家开始生气了。哎，你们那美术馆是在搞什么鬼啊？都是放这种东西啊，要卖那么贵？ 所以一群很穷的艺术家就开始反抗、反弹，组织叫什么普普艺术。下一张，普普说：“我要画大家庶民都懂的东西。”你每天喝汤嘛，罐头。下一张，玛丽莲梦露，每天看到的影像，就好像你现在把那种小甜甜布莱尼那个画画出來也一样，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来下一张，哎，这是什么？Jeff k u、uh、n 嘛。狗啊，不是这么简单，都画做的。他叫 Jeff k u、uh、n 哎、欸，比看黄色小要有水准吧？ 啊，还比黄色小鸭好看嘛？对，對也比较有气质，在美学上面呢。下一张，我睡不？好不好看？好看哈！你看，现在艺术是走这样子。来，下一张。好，再下一张。纽约，以前一九零七一八多少年？纽约，你看电话线我这样，因为跳楼自杀都没办法，一定会卡在中间，爆掉哎。真的、啊，密密麻麻。这一八多少年？因为电话线，那点也算。 你就知道你现在每天打手机有多少线？如果无形的线这样跑来跑去，你以前纽约，啊，后来纽约整顿好以后，电话线都放到地下、地底下去了。已经干股结构。一九零七年，纽约是这么大了啊！现在的纽约，下一张。好啦。我今天讲这么多艺术史哦，其实艺术这个概念哦，我们民政府的官员一定要会有哦。透过我这样的课程，让大家。 啊，改变了、喔，你整个 capacity 能耐会增加很大、喔，特别今天现在是闭幕式哦，你们之后来补一下那个台湾史的课哦，但是接下來下一步你们接下去一段课程，而且我们执政的时间越来越近哦、喔，逼近的时候，温迪惊丢了，台湾人到底到底喜不喜狼啊波狼？台湾人到底有没有人才在我们里面？真的把权利给你，台湾人一天到晚在化工、台湾没安装，没安装，你们人在哪里？ 比狗尽量别搞，尽管搞好。那你准，你的人在哪儿？台湾狼爹对啊，跑去削双 G 哈，还继续去。来下一张，我我给你们看那个，再下一张，再下一张。我看那个大的那个图，哎，再再走，再走那个，嗯，回到上一张好了哈。 啊，对对，就你这你看这张对。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我们随着时间在走，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人说，阿里公安让大日本帝国成名，那我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华民国在管？很简单嘛，我们战败嘛。啊，大日本美国看到这么强的一个帝国体系，他当然要摧毁啊，要不然有一天他会反叛啊，是不是？他要摧毁，他目的是摧毁，怎么摧毁？他叫那种末流的国家来管理就是摧毁了。 加勒留亡难民用他的方式、他的想法来管理，你就完蛋了，就管成现在的台湾人了，就没有任何斗志、能力都没有的台湾人就跑出来。我们是一些幸存的人来到这边哦，你们就负担很大责任哦、喔，你们是关键的人物，在关键的时刻出现在关键的地方做关键的事哦、喔，真的哦、喔，所以你们负担很大责任，要好的累积自己的能耐。那过去哈、喔，他们透过媒体、语言、教育，哦，不，是。 姓氏宗教教育的感人洗脑，以为你你,你想功你是中国人，他目的就要摧毁你之前这个系统。可是我透过这个告诉你，我们是谁已经很清楚，我们的政治身份也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血统很清楚 M 一七四的后代嘛，我们政治的身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这两个确认之后，你才能够站得起来嘛。在后头看看，之后我给你东西才有意义、啊。 否则帮不帮助不了你任何东西。为什么要上这么深的课？我跟你讲，真的很难的、啊。我虽然讲的很快，我不确确定大家听得懂，但是我要讲就一直讲，哦。但是哦，乱基本上法理出来，要把这一群坏的系统赶走了。法理一出来，鬼就要走了，对不对？有没有听过我讲那个鬼的故事？ 没有哈，有些人没有听过，那我就讲的都听过。圣经上有个故事哈，有一个地方叫格拉森。讲到这个又又讲太快，我要先从存在感讲起。你们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存在？我问这个比较很简单的问题。小时候多小？我跟你讲哈，你记忆力先放到一边。你当一出生的时候，碰到妈妈的奶。 把到幺号一种，一个你起一种，你就知道自己存在了。那是慢慢建构，你是透过另外一个建构你的存在感。把到幺嘛，号嘛，企鹅爸嘛，就这个简单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兄弟姐妹跟你玩，后来爸爸可能也跟你玩，你的建构的点就越來越多嘛。Reference point 参考点越,來越多，你就慢慢建构。所以小时候如果被秀短安哈照顾长大的，他就有自信心，对不对？我一哭就有东西吃，我一哭就有人狼哇滑戏。 所以，有自信心的小孩子学习力就强，学习力强的小孩子竞争力就强，对不对？竞争力强以后就对社会有贡献。但是这个过程如果出了问题，比如你小时候啊，啪，被赏一个耳光，哇，拔到腰，啪，弹一下嘴巴，那怎么办？那小孩子会吓一跳，哎，这什么状况啊？你在形成你的自我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嘛，对不对？等于是被否定。 我过去，我可以育幼院里面照顾小孩子，都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带着食物、带着水果去，带游戏让小孩子玩的时候，总是有一两个小孩子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总是有两个哦，那你看个狗讲，毛不喝，它嘴巴继续吃糖，它就不要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它不要你发现它存在，它非常的 low esteem，非常低的存在感。后来我问老师，老师還跟我讲，他们都受虐儿，从小在大，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否定，不断的否定。 到后来，他已经不要知道说他自己存在。过去台湾人都这样，我是台湾人，啪，给删除掉。我台湾人发发帖，我台湾人发急，对不对？你在讲你妈妈的母语的时候，形象做要起这样的对待。我在讲我的，对不对？你很自然的一个语言的时候被否定，不仅否定，还冠一个名字给你啊，公立就中中国人，好可恶呢。我们都是台湾人，基本上都是受虐儿的闽青哎，我们都受虐儿。 很可怜哎，可是我们成为受虐儿是自己选的吗？不是哎，是为什么？是我们战败啊，我们战败被人家占领军来虐待啊。但是我战败没有错，但是你不可以改变我的语言啊。你战败可是不可以叫我去当兵啊，改变我的效忠对象啊。我战败你想到该外衣言，为什么叫我去买武器？为什么把我小孩子送去受你的教育？ 这都违法的呢，我们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好不容易法理出来，我们要把这一群虐待我们的人赶走啊。可是台湾人还是有一批人想办法去巴结他们呢。是谁？台中华民国的本土派啊，国民党里面本土派啊，台联啊，民进动啊，前民动来对台湾党啊。 他们是鬼政权呢？你知道中华民国是鬼政？为什么是鬼？离开他的身体，本来的身体来到台湾，这不是他的身体啊？他是不是死掉的政权？是啊，死掉的政权不是鬼是什么？啊，鬼跑到台湾来做什么？附身呐、啊，鬼附身呐，阿基玛经历出来借鬼来造啊！所以我现在讲一个故事嘛。以前在格拉森的地区，天然的石灰岩洞，水滴哦，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啊，有洞的地方很好用，你知道拿来干嘛用？狼气啊，波 包包一个单人，对，就当做棺材来用了。所以久了这地方哈，这格拉森就要变成坟场，天然的坟场。西凉就贼了，阿里讲西凉贼，下面贼，鬼也贼对吧？哦，魔魔魔仙也贼啊！哦，魔仙也贼料怎么样？就产生鬼附身的事情嘛。鬼附身，哎，来对，那个村子里面刚好有一个人鬼附身。鬼附身然后就每天就是不穿衣服啊，吼吼叫叫很麻很麻烦。村子里面的人就拿一个铁链把它绑起来。 绑起来之后，哦，他还是很有力，砰砰砰一下就把铁链弄断了，又冲到坟场里面，每天都在吼吼叫叫。就说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冲到耶稣前面跪下来，就说：“哎，永生上帝的儿子，我洗干那边搞，你你现在就来干嘛？难不成现在就要下地狱吗？”耶稣没有跟他多讲话，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虾米啊！啊，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我叫群，一滚一滚啊！他讲不出自己的名字，鬼替他回答。 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叫一群呢、啊，一群鬼。那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去，那鬼说，呃，就不行，那边有一群猪，对不对？可不可以附到猪身上？耶稣说 OK，所以这群鬼就从这个人身上啪就出来，附在猪身上，两千头猪就冲到海里面淹死。这个人恢复理性，把衣服穿回来，就恢复理智了，他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字。贵溪台湾人就是被鬼附身呐、啊，你叫什么呀中华民国人。 连这样，连狗狼，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是不是？是不是很凄惨？就是鬼附身啊,啊！啊，我刚才讲说，中华民国这个鬼要被赶走了，可是黑心苗不回造一下没有？黑哥当机你知道吗？当机以前就是靠鬼附身来赚钱的嘛，鬼跑掉他就没有钱赚了嘛，他会想办法让当机就会让那个鬼留在他身上嘛，知道吗？ 台湾人要掏宝，可是很希望不要有掏宝的基进党了，是不是？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候选人讲说他的底线叫中华民国？是不是很惨？怎么我们的底线怎么是这个？哦，有一个候选人呢、啊，台北市候选人啊，号称是台湾人，结果讲的拢中国话，怎么会是这个？当然不是这个啊，我们底线是我们是大台湾人，在这边 M.E. 基的后代，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这是我们的底线。 而且是事实，也没有什么底线，就是一条线而已啊。就是 facts，所以民政府、改名共、国共这边无为不是号召什么东西，就讲历史上的事实，文件 document，用逻辑思考，就这么简单啊，也没有画一个大饼叫你去追求啊，没有陈述事实而已。啊，你们自己都会下判断，做正确的决定，就这样子我们不断的讲哦，我们我们就是这么有自信，我们相信时间到，台湾人自然就慢慢就站站出来了。 不断的讲啊，不管人多人少，我们就是有这个自信啊，就是一直讲啊。啊，你如果是诈骗黑心嘛，哦，狼，看谁狼来呀？下面狼龙来了没有啊？我们知道以后这一群人就是要执政的人，我们不会乱挑人哎、欸。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人哦，现在在网络转播嘛，你们知道这个法理是什么？绝对要 response，一定要回应的，不可能说遮一下遮点点没？你怎么可能敌盖掉自己是怎么来的？ 你这你的生存意义在什么？来下一张，我我感到那个自由、快乐、幸福那一张。我跟你讲，经常会问一句话哈、哦，在座各位哈、哦，你认为这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自由、幸福、快乐？请举手。自由、幸福快、快乐，啊，请放下了。完蛋了，<laughs> 我我每次问哦，你们答案都答错。<laughs> 我跟你我一定要跟你们讲道理嘛，对不对？ 追求自由幸福有什么错的？这么冠冕堂皇理由还有什么错的？你要听我讲嘛，对不对？我问你，如果有一医生说我以赚钱为目的，医生你赶快去看，不敢嘛？一次可以好，又搞四五次，就是为了让你赚够钱。或许不会把我害死，但是已经花不少钱嘛。但是如果有医生说我以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务为目标，对不对？因为这样病人很多，对不对？ 因为这样病人很多，所以赚很多钱，对不对？这样赚钱对不对？对，因为他的 process 程序正确了嘛。现在知道了吗？你的过程、你的手续是对的嘛？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绝对不是目标。我跟你讲，什么叫自由？我问你，你有没有花钱的自由？没有啊。你没有多少钱，你受限，你手中的钱有多少啊？你有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没有嘛、啊。所以你讲的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感觉嘛？ 对不对？有一个男生，对不对？是自由、幸福、快乐，都是感觉啊。这三个都是感觉，怎么会是目标呢？它是副产品嘛。你是伴随着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产生的副产品的感觉嘛？你不可以追求感觉啊，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说：“我这一生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所以看到一个男生，哇、哦，好像可以给他带来这个条件，他就跟他结婚。就结婚以后啊，这没有出息，再换一个，因为他没有办法给我带来自由、幸福、快乐，再换一个，啊，这个也不行，再换一个，啊，你丢不丢？不对嘛。 正常的婚姻应该说，我喜两个人相爱嘛，为了对方哈、喔，即使再辛苦也要胼手制度，把家庭建立起来。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妈妈做妈妈，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大家一起吃饭，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当你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对了之后，这些是伴随而来的。你如果单纯只是追求感觉的话，我跟你讲，嗑药最快的啦，对不对？药一吃下去，哦，马上自由、幸福、快乐啊、oh，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你不能把感觉当做你追求目标嘛，它是副产品，你知道伴随而来，这是叫副产品，不是目标嘛。目标是当你执行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就是那些台湾人嘛，就說啊我哎、欸、你们讲法理干什么？我现在已经住地堡，开雷伯吉尼啦，对不对？为什么要搞法理呢？就是你得到这个东西的过程条件不对啦，要不然你就问鼎新嘛，他现在已经得到你们所要的所有东西。 多过于你们想象的，还有私人飞机，那他不就是你追求目标吗？可他手段不对嘛，他得到这个东西 r e a c h i 的结过程不对嘛，这就是我讲的啊，你们不应该把这个当做目标啊。所以我刚才讲没有头的人，他们都现他们所崇拜对象是谁啊？就是有钱人嘛。我管你什么拿到，你就是有钱，你就是最厉害的嘛，就是无头的人嘛，不是想法的问题，是。 他根本获得他那个最后那个结果 end result 的手段是错的嘛？他只管结果嘛，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嘛，所以这是不对的嘛？不是要有过程，定有一个固定的对的过程，你去做之后伴随而来，所以不能把副我刚才讲那是副产品嘛？你不可以把副产品当做你人生追求的目标，否则你这个人生你你会用不择手段达到你的目标嘛？ 是不是？如果目标是 oriented，you oriented toward the result，你的过程就。可是人生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那一群人，你即使开雷门跑车，你受的是奴隶的教育。你十几万人、五十万人、一百万人去上去看也没有用，为什么？你永远是努力努力。哎，你跟那个阶层那个地方，那个一个 layer layer 的那个。哎，就这个，干这个这个，你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上街抗议，都是积积攒的人哎，你没办法改变游戏规则，是统治者在决定嘛？所以秘书长公今天接到更严重的人，周立总统一个石头放在那边，傻瓜放在那边，可以一样可以当你总统你抗议什么？游戏规则他在定的啊，知道吗？可是你在外面玩的很爽，你还是奴隶啊，你受的是奴隶教育啊。台然要搞清楚，我们虽然是奴隶，可是至少不要给基地人过来奴隶啊。上面我们至少给第一流、第二流国家，美国、日本来管呢、啊。 怎么会轮到你这末流的中国来管呢？怎么会轮到他们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只是回到，就是台湾法理地位正常化嘛。我是谁？我的身份确立，按照我的身份给我应该得到的身份跟地位。是阿内啦，我现在现在要花个十分钟给你们讲一个简单的概念，那个那个资本主义那个道德。OK，你们在座各位哈、喔，以后都会当官员的哦。官员的时候要省省很多法案，议员也是一样。 你们在审法案的时候，我我随便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看你怎么审。有一个法案来啊，他说：“哎、欸，以后我们为了要节能减碳哦，每把大卖场的温度，所有的卖场的温度调高两度，好不好？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食物要保证，没有没有，食物一样，只是卖场里面空调温度不要那么高。客人啊，对啊，慢慢讲到重点。我跟你讲啊、哦，节能减碳，可是你在做决策嘛，对不对？” 你要知道，这个一动一法动全身嘛，千一法动全身嘛。这个温度一上升，哎，比我家温度还热，我干嘛到卖场去买东西啊？你就不消费了嘛，对不对？我鬼用刀然后啊，啊，卖场卖东西卖不掉的话，你就影响到制造生产了、啊，以后就不逃了啊。钢顶会做一下，准备做一下，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连带效应的呢。你一个政政府一下去，影响就一大堆。经济也不是光列当画来的，来画去,去的去。 你一旦让经济这样停滞下来，要起来就很困难了所以你们要起码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 capitalism 资本主义。那时候美国让我们台湾人，他说你成立民政府之后，注意两件事情不能做。第一个是什么？不能变共产主义。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变共产主义？要原因呢、啊？总是要讲个理由啊。徐老师讲课一定要讲理由嘛，对不对？从定义啊讲理由。 那你们先了解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截至目前为止，哦，我们在运作都叫资本主义，对不对？Capitalism，什么叫资本主义？你先看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在十六世纪叫做启蒙主义。人在十六世纪之前是黑暗时期嘛，没有什么人在做科学研究，大部分都是种田、种菜、种稻，就这样子而已啦。少数的一些人在做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给国王享受。但是最激烈时，从笛卡尔开始，方法论什么论，科学开始发认对不对？ 研究科学嘛，你到倒有要水不啦？我哦，大家都要水嘛，啊，冒冒烟嘛，煮滚会冒烟嘛。我用几千年来都是煮水会冒烟啊。可是单单只有他们发觉这个冒烟会产生动力、啊，所以你们不是科学家嘛？科学家看到这个就产生多少钱？他们就叫 combustion，蒸汽机就产生了，利用蒸汽去推动机器。所以过去做一双鞋，一天只能做一双，一个人力啊，顶多两双，你看搞。 机器出来一天一千双了，这就是啊。所以你在 R&D 就是对大自然 insight，你看到大自然那些秘密奥秘，把它抽出来，科学家才能做、哦。抽出来以后制造技术 c o m p u t s t i o n 蒸汽机 technology 进来了，透过天然制造大量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卖，再赚了钱再回来继续养研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一步一步在运作过程。 process，哦，它会经过这个，那这个东西设计的好的结果产生什么？今天才有我们文明的今天呢、啊。OK，他说，ignorance was overcome。过去哈、哦，我我我在，ignorance overcome 的意思就是说，比如现在用手机，智慧型手机打家怎么它省啊？过去我只有手机，我想说有手机就不错，为什么还要智慧型？是不是？对，电，哎，贵企我要跟你讲一句话，我背两条呢，啊，讲了两条山，我背背到回来。 现在不用电话一打，我还看见你，对不对？这就是科拜科技所赐嘛。那科技怎么会产生？就透过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嘛，对吧？你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运作，只要有饭吃就好了，谁会花时间花力气去做这个？要基于人类的需求嘛，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讲的。第一层 R&D 给人对大自然的奥秘产生洞见力 （insight），第二层给人 power 能力。 去掌控大自然的这些所收集到的这些新资讯，再从这個能力制造生产去造福人，得到 reward 钱，再大量的钱再回过来够尬了。所以现在伊波拉病毒会一次十几百万人，贵给黑死病一死就死一堆人嘛。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些大量的钱挹注进来，才可以做 R&D 嘛，要不然你哪有实验室，哪有那些计划可以产生？就是这个，所以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嘛，平均的教育水准都提高嘛，大量哦，在短时间里面哦。 人类没有经历过这么快速的发展哦、喔，到所有的人现在文盲几乎都没有了。为什么？至少他们会玩手机啊，都会上网了啦还有文盲吗？没有了，是不是？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达到所有的人类都对，对不对？即使在落后国家也是在上网啊。现在很快哦、喔，新的一代全部哦、喔、就没有要死人狼了。现在要饿死很难呢、欸，在台湾你要饿死，你你就你就跟记者讲我快饿死，就一大堆账户把它写在下面，明天就大概几百万钱就汇到你户头了。 我不是教你们做坏事哦、喔，但是真的会这样发生，真的啊，网络媒体嘛，那个记者来说我被要挟啊，马上钱就来，这是坏事啊。先不要讲。但是在这运作过程中，我告诉你哈，它要快要慢都不行，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行，更糟糕是停下来。什么东西会让它停下来？什么东西会让它加速？啊，在这运作资本主义运作，它加速。 我跟你讲哈、哦，直接讲答案，就是有钱人觉得买不完的好东西，他会尽量的买，继续的消费，刺激顶端的消费继续发展，然后下面的人，穷人要觉得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有往上爬的机会，我会享受更多，这个才可以让这个轮子在转，知道吗？才会运作。那怎么让这个不不转？穷人觉得什么都满足了，他什么都不要努力了。穷人，那有钱人觉得生活好空虚哦，大家都去信佛教哦。 人生四大皆空，那莫埃啊尔，莫埃你制造生产给谁啊？哎，这个就是共产主义在做的事情啊。穷人让你都吃饱啊，你就不想努力啦、啊。有钱人都给你惩罚，对吧？斗倒那些红五类啊，不是，这是过去了，就是让有钱人觉得它是一种 guilt，是一种罪恶啊。那所以，当然资本主义这个圈子轮子就转不动了、啊。有钱人不消费，穷人不努力，这轮子不自然就停了吗？ 就是共产主义啊！你不要跟他家政府给你钱，你没有房子，政府给你住；你你没有电用，政府给你电啊。要水都免费啊！这就是共产主义啊！那下面穷人还要努力吗？最近日本哦、喔，有一个叫做下流社会。下流社会是什么？日本突然产生一群人叫下流社会。下流社会就是每个月收收入薪水不到一万五两万块钱就够了，在日本哦、喔。然后为什么他生活过得很好？他住在家里不用付房租，然后上网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电影全部看完，最新上一轮的全部看完。 然后要买衣服，Uniqlo 减价的时候很便宜，全部都去买，对不对？化妆打扮，然后卡拉 OK 跟朋友 hang around，他吃这边一人便当，一下就解决了。他没有需求了，他所有人类的需求，他他只要两万块钱全部打发了。所以他不想努力啊。他们变成叫他们日本给他名字叫下流社会啊，不想往上，因为他要往上爬，他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每天要朝九晚五上班，还给老板骂，还各种摔，还要扣税。他讲说：“我规矩也不会努力啊，我就在下面就好了，stay low。” 叫下流社会啊，这就是资本主义。如果要停下来，就这样子啊。你让穷人觉得很满足啊，所以另外一个法案又来了。我们补助所有穷人，让国内的教育都怎么样，可不可以？我跟你讲，动机是好，用意也很良善，可是你要有方法。比如说，你要获得我们政府给的补助，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要这样才可以给他嘛、啊，不可以直接就给他嘛，直接给他就跟黑人现在美国的福利政策一样，一大堆那种吃喝等死的、啊，对吧？ 那这个社会就会完蛋。真正制造生产的人太少了。呃，公会干么我们就是让人透过工作得到他的 reward，这是一个我们要给他叫做 working ethic 工作道德。你人一出生就觉得我要工作我才能生存。钓鱼给台湾人民未来要工作道德。钓鱼不是啊，钓鱼一死啊就死掉了，就要变成我盘子里面的食物啊。我们的穷人不是变成盘子的时候，是我们的血肉啊。 哦，教他怎么钓鱼，诶，有些人，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那那当然是很好，对啊，就教他们怎么样去，帮自己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不要门槛太高，因为有的人真的不会钓鱼，连钓鱼都不会，那种人你怎么办？你要慢慢把食物放在他嘴巴里面给，给给他吃啊，对不对？社会本来就是不同种的人，你不可以一一概而论嘛。所以你以后你当民政府的官员，就是要有这种心，哦，要有这种经济的概念。 你要让经济活络，让它运作。你要顾虑到人性的部分，不可以像资本主义完全继续发展到人一般人的贫富差距太大。这考虑人性的问题，对不对？还在丢嘛？按我们这时候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团结？因为两国人嘛，两种效忠对象，一个是黑心人被个台湾人当作掠，把台湾的资源弄到中国去的嘛，是不是？那一个是真的为这块土地在打拼的人嘛？啊，这种两个人怎么会混在一起？台湾人卖给小说。 哦，大家族群融合不是很好吗？错了，错了，全世界的人，人都让去给，偏偏都不爱给中国人，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对这块土地有野心呢、啊？其他国家是真的爱你跟你结婚的、啊，中国人是对你这块土地有野心，在偏向来给骗你的啊，你知道吧？你可以给非人啊、黑人啊、一些国人啊、一澳洲人啊、东南亚都可以嫁，就是偏偏不可以嫁给中国人，对、就是，就是这样。是以贵其他老婆都是工作嘛，卖给我那些人，他伊唔八亲自，但是他从。 潜意识从他心里面发生，哎呀，我们的种族要快被灭掉了，种族屠杀你知道吗？他现在不用真的杀你人呢，他大量的中国人进来你就被屠杀掉了，就是中国对西藏的方法，大量中国人进到西藏去啊，啊西藏海，西藏人必须要逃难逃亡到印度德兰沙拉嘛，为什么总要被灭掉了？你进来跟我混了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嘞，几百万中国人台湾，你都难记啊嘞。 一大堆让你个拜爷行个拜爷，根本不是你的神嘛！你在这边四万年，你也周公都不给拜，去拜中国人做你的周身什么寻根？系啊，你的根不在那里啊！我们的根在这边四万年，我他们应该来台湾寻根呐、啊！中国人应该来台湾寻根，你的根在我台湾呢、啊，对不对？你是我们的后后后代来啊，对不对？日本人来这边寻根，韩国人来寻根，我们到印尼去寻根，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这是有时间 DNA 的顺序嘛！ 啊，贵几当我过敏东西都骗嘛？他是编造一个谎言，啊，你真家去相信，就这个结果、啊。我讲，最后我讲一些事情，一个字叫做 “calling”，呼召。哦，我我是一个画家了哈。哎、哦，不、欸啊，先讲我大学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听上校长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致辞内容没有人会去听的，大家都在打瞌睡，要不要玩手机，对不对？所以我会啊。 我有一个校长就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然后人一生就要 fulfill 满足一个 calling 呼召啊 c a l down 啦，什么呼召？他就 calling from within，calling from without，calling from above。within 就是内心，一个 without 就外面，一个是天上来的 calling。什么叫 within？比如说有一个人天生哦就要弹琴，好会弹琴啊，天生就应该音乐家，可是他爸妈说他他音乐别创起来，无法他做崩来在家，对于是他就什么就去念医科嘛。 哎，妈妈说啊，当去当医生，好、哦，他就努力去念医生。他很乖，小孩子嘛，啊，念完医生，可是他五子登科嘛，有的妻子有，有孩子有，有房子、汽车，都什么都有了，可他心里不满足，不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那个呼召是当一个音乐家，啊，怎么来这边做这个？哦，所以他赶快退休，赶快又回去学音乐，是这样子嘛？这种故事在台湾比比皆是嘛，对吧？很多那不是念到自己的专业的嘛，那这叫 calling 问题。可是同样的故事哦，又有一个音乐家。 他也是弹钢琴弹得很棒，就有一天呢，爸爸妈妈离婚，要不然就妈妈死了要怎么样？突然孩子七八个要人养，你有办法继续弹钢琴了？弹不下去了嘛，对不对？那时候那叫 calling f o m i t h o o t 有一个呼叫，就家里面的需求对你呼叫。那时候你又不能弹琴了、啊，你要跳出来，赶快养起家计嘛，对吧？家里的需求马上扛起来，你就要做做到退休，做到死都都要做啊，因为家人要你养啊。那时候你狗不囧，你不要都放弃掉自己。 里面的呼叫嘛，对不对？那时候有一个外面的呼叫，啊，还有一个叫做从天上来的呼叫，这跟你我里外都没有关哦、喔。比如说，那个马街从加拿大到美国跑到台湾，搞什么鬼啊？这跟跟他从来就没有关系啊，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过干嘛？因为他有个呼叫从上帝那边来叫他来的，他来台湾来当传教士，然后在台湾盖医院呐，盖学校啦、啊，对不对？ 然后传了台湾北部作业，不到作业部啊，这边世世代代这边写化为，这种就是一个来天上的呼呼出球。他如果不来的话，他就他日子过不下去。他在欧美那边享受享受没有滋味，因为他不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同样，我也是画家，我本来就应该画画，我在应该画室画画的。啊，那也招来家演演讲，因为我看到台湾的情况不一样了。在这关键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啊！我画笔丢了，有一天如果上帝叫我这句话，我就画画。啊 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很严重啊，我一定要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呼叫哎，从外界来的呼叫哎、欸，就是台湾的情况现在关键点，关键了、啊、你拿这波姜喝水都可以 forever 拜拜了啦，关键你就是我们知道法理，我们身份出来了，我们第二出来，为什么我过去长从小长到大，我到底是谁搞搞不清楚，想办法移民到外国去都不用了，现在这就是你的土地。 这就是你谁同啊？你短跟后后代代、世世代代的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没什么好怀疑的。啊，这个很清楚之后，你当然就做事有利了。但有空的时候我，我就我就回一句话话。好，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边，分享完了，下课。好，各位同心，我们。